哎，今天哦，以前都是我来讲，你们一直听，不吸收多少不知道。现在是换过来，你们讲给我听。通常小肠的，像小肠的，我都一个一个，针对一个一个，最好是第一次就完成了，因为这个很简单，怎么这么困难哦？最主要还是你的五官意识问题啊，五官意识在那里，老是用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哦，那就很慢了。对不对？一下就有，有的还没有见到就有，自然流露嘛。因为我们的意识都是自我意识在那里绕，哦，绕了绕1年、绕10年、绕20年，有时候绕不出现象出来。那法性在那里，意识上面，意识有8种意识嘛，哈，大家知道五六七八意识叫统称意识，通常阿赖也是佛教讲到阿赖也是。藏机就法性，法性在流露下来意识的时候，你自然流露就你的境界都不是你的观念，不是你自己修成的，哦，是你的法性。法性代表真如本体本心的意思了。法性流露，它自然每个人都有法性，而且都平等。自己在那里分别啊，我怎么有，我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个在分别，都是人五官意识在那里绕，绕到最后你我很努力。我们苦修，哦，都是在那里绕，因为我们法性无意中出现，因为人就是因为不知道有法性，哦，不知道有法性，所以只是绕着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在那里绕绕绕。有时候小孩子很快，小孩子没有观念，没有什么，哦，他自然就流露得很好，很顺畅，就是因为法性有自然流露。哦，像我小孩子的时候，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你看我都不知道什么，没有五官意识啊，就自然法性自然流露啊。每个人的法性都一样哦，因为人都一样，人法性都是平等。有了境界好，境界不好或流露多寡，那是个人的五官意识问题的，因为透过你第八意识这样流露出来，第八意识是总关键，它在掌握法性跟你的五官意识。第八意识接触第七意识，接触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我们平常做梦啊、幻想啊，还有分别啦、判断啊，种种分析，那个是第六意识。啊，分析那个对道没有什么意义啊。你现在境界很好的，不是说他很修炼很好，道德修养很好，不是这个意思。他法性有流露，他五官意识没有去挡他，他也不在乎那个什么是境界不境界，他自然就小孩子最快，为什么？还有不认识字的，我挖上阿伯啊，那个最快。知识分子啊，或有身份地位，那反而慢，因为五官意识都容易分析判断，所以变成慢的原因。用内层来讲的话，意识还有法性哦。刚才我说法性取代真如本体嘛，用法性，他们意识和法性在那里交流哦，有时候流露下来，有时候不流露下来，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打坐修炼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莲花，看到观世音，看到耶稣，法性流露了。他无意中，他没有想到，他流露了，没有想到就是法性流露。有想到的就不一定了。有想到的话，到现在想就有，想就有，那个就已经合一了，已经有一点合一现象了。所以你目的是要让法性流露到你的意识来。哦，你的意识，我现在讲意识，五官意识，你的五官直觉，哦，眼睛、眼根、耳根这些啊，第八意识在掌握这个现象。第八意识如果接触过来的话，这个是理论的哦，所以我是只是要分析慢和快。有的人境界很好，不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五官意识的行为，不是，是完全你法性流露得很好。人不没有认知的话，或所知量限制的话。他认为，我境界很高，什么的，变成自大自傲，哦，那个还不算，有时候又没有了，消失了，还不能掌握那个法性，所以你要认清内层部分是意识法性，哦，在那里流转。我们目标是使他合一，两个人合一交流的，就形成，哦，交我的实际常常有意识流，那个流为交流成了，你就想什么，他法性就配合你什么，比如说你自见其身。法性就让你自证其身，不然你靠修炼的话，修炼就我在修，我在做功课，我很努力，怎么个看
一百年都看不到自证其身啊。自证其身法身是佛教的总目标啊，只是我把它简单平易近人，因为我们遇到这个光哦，最近标榜的意识光哦，思就这个光，实际上这一些词句在三十几年前在滨江在地下室大家都看过嘛，这里现在老会那刘云光大家都看过了嘛，墙壁都贴的意识光、觉识光、思之光、思念的思哦哦啊，就这样哦，早就有意识光这些词句了。那今天那个大纲给你摆出来，三十多年前还是这样，以前人家看不懂，现在你自证其身，为什么自证其身？不是你修了，不是你苦修的，哦，是因为意识光，哦，所以法性照到照亮和法性和光的体性交流了，你形成你的现象出来了，所以你哎呦境界很好，境界很好，因为你不认知。不认知的话，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你的生命，哦，学道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那些永远存在，因为法性是永远存在，好了，来来，你，离异嘛，我起来起来起来，哎，怎么突然间想跪，奇怪，好来来，好来这，你怎么突然间想跪？你讲一讲好了，你先讲好了，好，请起来。你可以先讲啊，为什么想跪啊？我刚才想跪是因为那个突然感应到非常强的能量，然后一下子包围了我，然后把我给推。非常强烈是什么？能量感应，对。你尽管讲，尽管讲。你假设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你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同道嘛，大家。你不会反对，你讲什么和道有关，人家只是认同。你不要考虑别人听得下听不下，你讲出来有时候别人摄受到哦，嗯哦，所以这个也是战役的一种，你尽管讲什么就讲。因为那个疫情有三年不能够来台湾嘛，我今年三月份然后放开之后我就马上过来了。我说了，我觉得三年好久没有跟台湾联系了，好像一下子就有一种飘摇的感觉啊。然后回到之后呢在那个道友啊还有那个本尊的加持下呢，我觉得好像很快就恢复了，然后好像一下子全身炸开。我就是原来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刚才本尊说了，就是说读书比较读得多的人比较容易有五光的障碍。我因为读书读得比较多，别人说因为我是双博士嘛，就已经流露得很好了嘛。就是上一次来之后呢，就好像心眼就比较开了然后一能够看见自己然后呢想什么呢，一般都能够看到然后这一次呢，我就想要这过去三年有点觉得好像进步不是很大，我今年呢要抓紧机会把过去这三年给补回来。所以呢我现在呢我又再来。第一次来就是和你妈妈一起来那个。对，我是2016年第一次到这来的。道馆。对。你还没有下榻饭店就直接去呢。对。我那个道心我就感动了。那次我记得是大年初二，就是我跟本尊联系之后，那本尊呢就是尽快就安排我们见面，我们是非常的感动。就是说是大年初二我们然后就见到了本尊。然后我因为有家里有老有小的，我把他们全都带过来了。然后呢我妈是实际上呢她有比较严重的那个躁郁症就是经常的情绪。我现在想来，她就是说现在社会不是有很多人有这种心灵的问题吗，还有精神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内在这个灵魂能量就是已经流失了，已经不够了，所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心里经常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但是那次我妈过来之后呢，她的感应特别好，她一见到本尊呢，立马呢本尊的带动下，所有的境界都能看见。好比走到河边，她就能看见河。看见老虎就能看见老虎，最后呢就第一次来你妈妈就开了。对对对。然后呢本尊带到他到天上到云端的时候呢，好，然后我妈呢就立马就感觉跟本尊一起上了云端。然后后来本尊还赐给他一个龙头的拐杖，然后他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龙头的拐杖。对，有
然后在那之后呢，我妈呢就是说，突然一下子就脾气就变得很温和，就是那种狂躁的那种症状就不见了。原来很多年，实际上我们家就是，我们一直，一直呢就是哦，你说，看那个症状就不见了。哦，对，一直原来是修炼气功啊，学佛，实际上都搞了很几十年的，但实际上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里面没有那种真正的没有跟内在的本体连上，没有跟光连上。这样呢，它就造成了他灵魂的一种能量的缺失，所以呢，这个现代社会呢，实际上人有很多这个心理啊，还有精神上面的疾病都来自于这里，就是因为人不但要吃这个食物的粮食啊，这个物质上面的能量的吸收，而且最重要的这种灵的能量的吸收，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你要跟光跟本体接应才会有，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那之后呢，就是那是第一次来，那个印象非常深。但是我实际上我第一次来，我什么都没看见。但是呢，我上一次在那个3月份来这的时候呢，我就提到了我一个学到的经历，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我是比较属于比较钝的那一种，但是呢，我就一直对本尊就是能量的感应特别强，我是凭着一种直觉和能量的感应，就是说。我不像一般的道友能看见巨大的分身啊，当时或者能看到很多那种那种景象，但是我能直接看到那个本尊，我就是拿肉眼直接看到本尊是非常强大的光体，这个是我直觉上就直接用肉眼能够看见，然后所以呢，我在那之后好像也来了，一直2017年2018年吧，我都来了几次台湾，都有一些进步了。后来，那些从你爹他妈妈一起来到现在很多次，那个道修道现在，那你现在随时看到自己了吗？对，这一次我是就是在今年3月份之后，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开了，就当时是我是在那个台北协会的那个会堂，当时他们就带动我，然后用那光束推光束的时候呢，就出现巨大的漩涡光，还有本尊的巨大的分身，直接从我那个面前冲过来。然后我当时呢，全身呢就觉得都炸开了一样，然后在那之后呢，好像心眼就开了。因为我们的五官意识不知道那个现在和阎罗观在交流的时候叫什么情形，所以五官意识保持静观，那法性让法性去动，所有的境界，任何人的境界都是法性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那你能相应到阎罗观所以你现在打针会痛了吗？打针，对，打针会痛打吗？针就会感觉那个针一下子扎进会去，痛吗？那个皮肤会陷进去，然后感觉挺害怕的那种。会痛嘛？会痛。会痛还会酸的话那看境界就这样就知道，就有触了。打针那一针测试就马上知道。所以你现在已经打针会痛，算跑这几趟没有白费了。我记得你第一趟没有激发下他幻觉时再到道馆。你妈妈给我，你没有听到？你妈妈给我讲说，你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都是第一名了。书怎么念的？我说你书怎么念的？我念书最差，他就小学都第一名。你是这？都是那个在北京大学的那个博士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的博士。我研究的方向是国际发展比较研究。然后别人说：“哦，你学国际发展比较研究的，搞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特别感？”谢谢。我说：“因为那个我们说的现代化和发展，实际上是用这个科技用工具实现了神通的现代化。”那我们为什么不？我们传统的修行和修炼，实际上我们佛法的神通的现代化为什么没有呢？大家一谈到这个佛法神通呢，大家都觉得很可笑，然后觉得走的不是正道。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抵抗这个现代科技的这种神通呢？所以呢，我觉得是在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如果这种发展，就是说它片面的强调物质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已经造成了这个社会啊，还人的心理巨大的问题。如果那个佛法没有神通的话，这佛法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我们这个佛教也一定要现代化，我们神通一定要现代化，一定要进入现实的生活，这样使大家能够得到真实的益处，能解决人的心灵的问题、精神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这样才会有实际的效应。嗯，否则这个宗教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这个现代科技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已经能够上天，已经能够入地，然后大家想吃什么可以吃什么，穿什么可以穿什么，那你的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你没有能解决人的生死的问题，没有能解决人的灵魂的问题，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宗教开始逐渐消亡了，就是因为它缺少神通，缺少给大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所以呢，我一看到本尊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前沿了，这是一个前沿的那个开创性的一个那个成就。所以呢，我们应该就说，他本尊当作为先驱者，肯定是有人会打击的，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呢，我觉得这个，但是我就觉得呢，就是呢，他们打击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呢，这个。他想把那个本尊这个东西视为异端去打击的话，本身对这个本尊道是一个巨大的宣传，免费的宣传，这样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呢名声臭一点没有关系。然后呢，因为对大家的道心也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如果能凭着就是说大家根据社会上大家的那个评判的标准的话，大家就不会去学这个东西，大家会怕学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的内心真正的感应到什么是真正的道的话，你自然会不会受这个外界的影响，自然会选择这个选择去学这个道。所以呢，这个是对大家也是个检验，你是不是有这个真心，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有真的感应，是不是真的内心能感应到这个需要。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对这个本尊道的打击没什么，这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呢，当时我就来学这个东西。有些朋友说我一提到这个，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呀，我就心里就对这个东西很有感应，我就很信任。因为它内在有一种内在的这种能量，它能给人真实的利益。像我妈就是说，我妈说那个有很糟糕的躁郁症嘛，只要看了本尊的录像之后，原来那个脸上的表情啊，他就特别的狰狞啊，就是特别的那个狂躁嘛，他因为心得不到安宁。一看了本尊的录像之后，他脸上立马慢慢的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柔和，然后呢就开始变得很慈祥，因为他得到了那个灵魂的能量，所以他自然安静下来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对人真实有益处的东西，大家内心都会感觉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道友非常的感激本尊。所以学道就为了心安了，为了心安心，至少来一次就能够心安最好了。求心安而已。对啊，佛教也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因为它开发我们这个所谓本体观啊。可是我们这一种就是生命科学，生命的实证，我们是实证出来。对，佛教是理论文字理论对，它几千年，它内在的那个精神内涵已经失传了，它已经没有了。它有提示我们后代的人，所以我们给它表达出来把它实证出来，让我们这个是针对我们的生命实证，让你自证其身的。佛教有讲到自证其身啊，法身啊，那我们把它实证出来，和他的修法不一样，我们是依照这个光，佛陀也是依照无量光啊，对，所以他能够讲华严经啊，他没有依照光，他也苦修六年，他也没有成啊，苦修是靠五观是很努力，像做功课做学生这样去学习，那个没有效果，接不出不到法性，法性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我常常引说保罗说的圣经保罗说，我常常喜欢引用经典，是我的意思透过它来表达因为它是千年的经典我讲的要以它为主旨依寄言托意告诉你，他也说耶稣的神迹啊什么不是他肉身的行为，他说是上帝的行为，上帝是本体也好，天主也好，光也好，不管。不是人的行为就对所以你现在能自证其身，也不是你努力，也不是这样，你刚好住那
重视这个，哎，注重道，哎，他自然就相应，很容易交流，很容易形成天人合一。哦，首先开始先天人合一，哦，天人合一以后，哦，你就哎能见自然提升，能表达什么表达什么，个人生活方面的想什么有什么，嗯，自然形成哦，是你的自然提升帮你完成哦，哦，老子的无为而为啊，你妈妈说你《道德经》可以倒背啊。从后面背前面来，哦，也没有读书的细胞了，哦，嗯，读书的细胞，所以这个，啊，我你现在很快就已经自证，其实打针会痛，我们在座两三二三十人，有个打针还没有感觉，也没有关系，哦，打针没有感觉，这五官也是比较重一点，寡性流露比较少，哦，那你直接有了，哦，就朝这个方向，生命的路线，直证出来了，嗯。执政什么永恒的路线，确定有永恒。像最近会长战役啊，他三十年没有向我战役过，忽然间打电话向我战役，很震撼。说那个有一个消美会会员，我先跑去和他聊天，他太太也在旁边，员工也在旁边，大家都看到，还买书给他战役嘛。他哦，他不相信。以前我就告诉他，这个法身可以去和人家聊天，像我的混身可以去找人啊。可是你不接受啊，三十年后他才接受。啊，以前我就告诉他了，嗯，哦，啊，现在他发生了，发生了，他现在觉得很震撼，嗯，法身，像你的法身可以跑回去哪里，跑回去哪里，哪里都可以跑。我一直强调说，学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只要有规定、有限制的，就不是道了。嗯，生活和道，哦，为了道也不能，也要生活，不是说生活不重要，人不重要，哦，人也重要，人不也重要。哦，因为你是人的，所以人也重要啊。嗯，道也更重要，生活和生命这样差别而已。哦，佛法也是存在的，值得存在的。基督教也是值得存在的，因为人的心灵，你刚才一开始就讲，傍晚这个年代很多人是精神像你妈妈这样的稍微急躁的，就需要这些心灵。所以人类史上就分为灵性和科学两种学问，所以古代几千年前就有人在修道了吧？也不能说那个否定那一些哦，你也是修道，而且有一天你就觉得你的法身可以让你们丰富生命，真的是自己超出想象的丰富啊！哦，法身啊，只是我们五官意识卡住了，怎么丰富呢？你看，这样就是问题来了。所以这个五官意识专门在阻挡法性在流动，哦，法性常住没有做，它永恒存在。可是他要表达什么啊？碰到你五官一直执着的话，那他就一直表达不出来。所以佛教常常讲“弃我执”，“弃我执”就是要哦弃无明的意思哦，让哎让法性自然流露。所以一直鼓励你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佛陀有开示出来啊，嗯，那我们有一个启示啊，哦啊，沿着他哎，我们自己实证出来哦。我小时候不懂这些，但是哎后来就知道他讲这些啊，哦，啊，现在已经。以你现在的程度，打针会疼痛，哦，这个导致境界已经达到法身能自由应用，只是还不会应用，还不会应用，不是不会，五官意识卡住，五官意识让你不会，法身要表达，你说啊，我怎么可以呢？啊，法身可以的，你的法身可以，我怎么可以呢？你看到底要听谁的？你的法身要帮助你朋友了啊，我怎么可以呢？嘿嘿，啊，所以这个法。你就静观，我常常讲静观，让它顺势顺你的法身势，看怎么表达。哎，你就多一项认知了，多一项认知就是手质量就增加一点。我讲的手质量和你的手质量有关，手质量是针对用来讲，因为你有法身就是要用，怎么用？中国哲学一系列就是天人合一，就是要哦，天人合一叫五官意识和法性合一，哦，能形成这个有法身。法身是佛教讲的啦，中国佛哲学没有讲，哲学的层次还稍微哦，一般理论性而已啦，哦，所以你信着你的法身表达，嗯，很多不可思议的，哦，就像我头脑最笨，我读书不是第一名啊，都是最后一名啊，哎，学校都是最后一名啊，哎，哦，不比别人聪明啊，他一直流落，我不知道啊，啊，他表达什么表达？我都还不知道啊，可是到最后自然知道了，注意到就知道了，就是没有去注意，哦，没有去。我小时候，哦，
小时候说看，常常看到天神哦，他奇怪，怎么一大堆天神都天上来了？啊，我小时候不懂啊，那、啊、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那个布袋戏、野台戏，那个时候布袋戏穿那个的，我是穿布袋戏，我给我妈妈讲说，我都很多那个穿布袋戏的，古时候怎么从天上来？我妈妈我讲，她一直瞪我，她瞪我不是说以为，当然她不会说我是讲谎话，但是认为说乱讲的意思哦。怎么可能的意思了、啊？哦，哦，怎么没有啊？我实话的讲出来而已啊，哎，不知道啊。后来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才叫？经过60年，我才了解他们是要延光，那个天神天人呢、啊？他们是要延光，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一直向我礼，哦，很尊敬我那个，哦，我是小孩子也没有什么的。我看后面是不是有人？结果没有嘞。怎么一大堆向我礼敬呢？哦，我问他，他没有回答。原来他是要眼光，那、啊、我不知道。我问他为什么？哎，奇怪，我是小孩子，也没有什么那个，你怎么为什么对我那么尊重那种感觉啊？啊，可是我在学校人人都看不起我，因为我都最后一名了、啊，老师也放弃了我，我放牛班的啊。别人在上课，那个第一名成绩很好，在里面上课，我们在外面踢毽子、玩球啊，都被排斥了。那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小时候不会念书，真的人人看不起的。那时候这个就这种情绪了。好学生人家哦，对，我们认为放牛班了、啊。哦，牛落得很好啊，对。这种很天生天成的，我觉得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其他那个宗教它都是经过一种思维的训练，它是训练出来的，它是工匠，那个都是人为的。然后就觉得它里面没有灵性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那个就是要天生天成的才是对的，学到哦，不管你以个人为单位，不是自私哦，我们这个很单纯，不是政治，不是经济哦，不是与人争斗，你这本体显，你的心显化，你的五官一示范，哎，然后显化怎样？现在有法身了，然后展现永恒路线，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法身能为你做什么？在你活着这个时间，他绝对给你好的，不会给你坏的。只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有时候，你怎么给我这些？你就谢谢法身就好。我们自己莫名其妙啊。我们五官是认知有限啊。认知只是人生的生活啊。法身表达超越的话，你就花了啊。好的啊，所以用顺势和静观来掌握你这些所有现象。我说现象。境界再高，你五官是被五官是摧毁的，那好可惜啊，因为学道是很自然流露的，就是因为遇到这个光照明你自己的法性，所以你才有法身，才有自证其身，里面的一切功能啊，一切现象，一切境界是光啊，遇到这个光而有的，不是我给你什么，我也是平凡人，和人一样啊，怎么会给你什么？境界都不是我的功能，都是光给的，啊，因为我小时候他那位一体的，和光的这种一体的，所以我们我讲什么田螺光就出现，田螺光现在就出现，有没有？田螺光出现在你加拿大的门口，有加拿大最有名的山，看哪一个山有雪有什么很安静你都出来了，广大一点，线螺光有都照出来了。你说马上看得清，随着我声音看得清来，随着我的声音，全罗光帮我带到时空，把时空拟平，大日在后面照，这样照见，才有那些景色，而是法性行为啊，不是人所能照。啊，你现在看的就是这样啊，对不对？这是实况的照明啊，实在的环境啊，不实在的环境，虽然它是法界，又另一种层次了，也是很清楚，都可以，我就你加拿大周边的环境，你家周边的环境都可以照得很清楚，就是远远可以看过去，就是线路光的功能把你照过去，线路光将把时空理平以后，照明过去是大日，他们在后面照过去，你看得见啊，看得见，你闭着眼睛你可以看得见啊，更清楚了。为什么？闭眼睛是肉眼，所以说这不是肉身的行为。这是法性的行为，法性，阿含经说法性常住，它永远存在，所以它永远可以收到光，
可是你不知道啊，我们不知，我们人不知道啊，我小时候也不知道啊，哦，不一中，我也没有故意去学研究探讨，要当学者，要当什么宗教什么都没有，先去这样，我就不知不觉流露很多，我在忽然间，哎，还给我照了那么多万张的照片，我都不在乎了，都乱丢了，大家都在抢呢，你看，我都自己不要了，你看放了三十年，哎，发现，哎呦，这个都是宝嘞。才现在慢慢找出来，才出了一本革新版。你看，我那时候我不在乎啊，不懂啊，所以我是一般比一般人并凡夫中的凡夫啦，我称为凡夫中的凡夫。现在才是了解了，哎呦，不是我专程去学习，自然就是这个光啊，我的环境这样这样这样，把我的环境把我磨出来，我忽然间知道这个重要了。你看我多笨啊，我比大家都笨，我跟你讲啊，所以我现在。让你看到你家环境附近，包括有山的地方哦，当然让你认为最美的地方哦。我相信你也去过很多地方。我看了那个瀑布，因为我们家离那个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很大的瀑布。哦、瀑布嘛哈、哦。对。哦，就尼加拉瓜瀑布。尼亚加拉瀑布。五色湖那边嘛。对。五色湖就美国那加拿大连接那个湖嘛。边上。那个瀑布很有名。我们五色湖就要去美国那一条路了、对，瀑布就要下来，你看、去站在那个五色湖旁边看，哇，从虚空看到，你这样你就看到你的化身在那里看，你现在的服装的化身站在空中，看着五色湖，看着山，看着瀑布，陷落光照见的哦，就是后面这些天部照见的哦，都很广大，它连旁边绵延绵绵叠叠不断的山都流出来了。瀑布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在西宫看都可以啊，湖就是湖，瀑布就是瀑布。靠近一点，还听到瀑布的声音，那你怎么能在西宫？用五观意识讲，我怎么可能？无所不了嘛，意识观你无所不了，就什么都可以做。你现在你站在西宫中看五色湖，在尼加拉瀑布以下那个，你看，也可以看到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地区都看得到。你看那个广度，你看了一下，美国部那加拿大部，包括这个五色，这尼加拉瀑布重要，你要照得出来啊。玄武观就有这种功能。如果你人不到的、不能到的、从来没有去过的、未开发的、直升机也没有到过的，玄武观可以透过那个星尼加拉瀑布后面的那些一群山。里面没有去过的地方，不能到达的地方，他找到一个地方很安静，把你带到你的视觉啊，你的法身在那个地方，然后高山一样高山，河谷啊，山谷，你看那个河里很漂亮，你确实看到啊，随着我声音看到就是标准的了，打针胃痛就能这样，而且吸到那里面的空气，吸到那山中的空气。会有清凉，什么都有，还有一点冷，对吧？这里都有感受，那边感受，这边就有感受。你在那边，你有看到你之前穿上的服装嘛？在西宫，然后看，停在那个山边，悬崖峭壁的山边，那边没有人到达的地方。然后你能看到你站在这里吗？从那边再看过来，你这边看过去，这样看得到吗？对啊，你现在很简单嘛，打针就可以，打针会痛就可以，打针不痛，打针不痛，你会怎么想呢？有，但是像马玉龙讲的有，但是不清楚。因为这个所知量有限，你展现没有展现出来啊。是不是很清楚？然后我就跟同道说，我说不清楚，我到时候请本尊帮我加持一下。只是你观意识的问题，不是法性的问题。你说你说触不清楚吗？我今天早上突然就清楚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就想，突然清楚了对，今天早上的时候就突然清楚了。我想这个是我的灵魂，我出去的那个身体在那看，不是我这个肉眼拼命在那看。我就这么一想，我觉得我已经出去了，我为什么我不要受这个身体的局限了？我既然是我的灵魂，我的本体，
我的本体在看，应该看得很清楚，比我的肉眼更清楚。我就那么一想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就清楚了。这突然间清楚，这一句是学问哦，这一句学道的过程的通病哦。哦，不清楚，不清楚，怎么讲？一天、两天、五天、一年、两年都不清楚，突然间清楚了，有的一天就清楚了，有的一分钟就清楚了。为什么五官是卡在那里？嗯，不要去疑惑。哦，我觉得我的灵魂已经自由了，已经出来。我已经不受这个身体的限制了，我不需要运用我这个身体去看啊！我就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的本体在看，我的灵性在看。好，然后一下子就清楚了。哦，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也变得比较轻松，因为原来我们平时都是靠这个肉身，好像做任何事情都是靠它。我不是很习惯，就是用那个灵魂啊，还本体的那个去看东西，所以那个就挡住了这个身体，把它挡住了。嗯，那最后你熟能生巧哦，熟练的时候，没有所谓清楚不清楚，天地万物宇宙全随便你，都是清楚。嗯，不要说那个山丘、那个河谷、那个任何地方都可以清楚。嗯，哦，一念间，哎，比如说一念间，一样在西空看长城。嗯，中国的长城看见了，他从西宫看长城，山呢，在山长城在山顶上，你可以看到台湾海峡，你可以看到台湾，你看，哦，是这样，为什么一样？你可以看到你在这里，他我说在这里，他那个视线直接达到你这里来了，你在长城的顶上的西宫看到你站在这里，确定看到，然后你看你他长城的上方。嗯嗯，那、啊、你看的山丘啊，什么什么，这里也都会看得到。他看到就是你看到的，嗯，他就是你，你就是他，那种，嗯，他就是你的化身。嗯，那、啊、你的化身为什么能这样？暹罗光大日给你照你，嗯，哦，他自己修天人为范围没有那么大，范围只是生活层面，天部就是、如果扯到暹罗光大日天光光的话，那个广度就出来了，嗯，哦。瞬间不要说长城上啊，你站在我们在印象中我没有去过月亮，可是画面上有去过月亮，阿姆斯壮的脚印突然间出现，上面有洞，看地球也是这样。嗯嗯，你那视觉看地球，你现在站在月球上呢，就脚印的旁边，阿姆斯壮脚印的旁边。这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还是？不是，你不要想这些，他就是照见的，嗯嗯嗯，和想象的，嗯嗯，都可以，哦，嗯嗯，也可以照见，也可以，嗯嗯，哦，想象都可以，但是这个不是想象啊，这只是照见，嗯，只是照见，哦，照见和想象不一样，哦，嗯，哦，照见，比如说，哦，六九个脚印，哦，我们平常画面上看过的一个印象，哦，它有你这个印象是针对你的五官意识，然后暹罗光就可以直接上去照见过来。嗯，哦，那个可以把那个脚印整个月球的一部分，脚印就拉到你前面来，你看，就在你前面。嗯嗯，它可以拉过来啊。嗯，然后又可以回到上去。嗯，哦，照片很多长城一样啊。哦，刚才看到长城都出现了。哦，拉到你前面来，长城，你给它摸，硬硬的，砖块墙壁硬硬的，很硬啊。嗯嗯，打针会动就会硬，不动就不硬。哦，你看，推不好像我们的墙壁很壮，所以这个就是法性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可是不是用人五官意识去判断、去分析，分析的就是五官意识了。五官意识怎么分析的呢？你现在做三样动作，刚才那尼加拉瀑布那个后面那个山，那座山出现，长城也出现，夜景也出现，你一次可以看三个画面吗？好像能看两个，看两个可以再一个出现，可以了哈、哦。嗯，为什么刚才一分钟前、三十秒之前不可以，现在可以？还是五官意识啊？我认为我不能这样，我认为可以这样。哦，天光光可以，玄罗光可不可以这样？玄罗光不行，还有大日，还有天光光，还有照明镜，后面还很多没有演到，我跟你讲。哦。一眼望尽九重山呐、啊，一望无际的地方，宇宙就在你心中，就在你眼前了、啊。不要这三个这个画面，因为这个就是
生命的广大，你的法性的广大，我们的生命局限在生活中这样子，哦，平面的在那里为生活奔波，为什么就这些而已啊，吃好住好这样而已啊，哎，没有什么啊，哎，这个生命层次是永恒的呢，哦，啊，哦，不要讲人部了，人部大家都懂了哦，哦，你看三个画面现在很清楚啊，嗯，你三个法师都在上面，你现在可以分三个呢，三个有办法吗？三个有办法就不得了啊，能看到两个就不错，就被多元性的，通常是单元性的，能三个就能六个，就一直无限的分化。另外意识你可以展现无限分化，崩然大开。你现在确定可以，不可以去讲不可以没关系啊，因为你打针痛了，我才可以给你眼睛比较广大的层面。看到月球是整个月球哦，看到整个月球哦。看到长城是整个长城，看到尼加拉瀑布后面的山都把你照出来，然后你的法身直接视觉都移到你，而三个感受，也就是现在的天空的温度是几度哦，怎么怎么哈、哦，长城还有那边三个温度不一样，你这里肉身都可以感受得到，那就是境界，那宇宙在无形境界，就确实存在哦。我经典给我们提醒过，那现在我们把它实证出来。不是只看理论，确实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哦，是这样啊，确定可以了啊，你有才算数哦。那你当然个人都很清楚，不清楚你马上清楚哦就可以了哦，照我的话这样演就可以，大的部分、小的部分都可以，小的部分都可以。这个杯子放在你家桌子上，那杯子在你家桌子上。在你客厅的桌子，你家对在加拿大北边嘛？对，北边，你在客厅桌子上放着，看这个杯子一样。你坐在那边的，你拿起来喝一样热的。你这里热的，你那边喝茶，这边热的。我的茶你先喝过了，因为你程度很好，你好到自己不知道多好啊。我就看他的打针会痛，就这样可以表达出来了。打针是两天前那个。所以你在茶这里有感受，我们人不能到达的地方，像月球啊，像哦天部这些哦，都可以感受得到。这就是大道，无所不了，因为你遇到这个光，是光的功能，哦，不是我们人的功能，人怎么可以？你只能喝前面的茶，哎，喝得到。而且你在那里摸杯子，你反正坐在你家里客厅啊，杯子质感硬硬的，杯子热热的、烫烫的，这里都有感觉。那边等于这边，能懂啊？天气也一样，天气那边等于这边，冷暖都一样，能懂意思啊？所以这个范围很广啊，哦，很广，你一定要珍惜你的境界，因为好难得。这、哦、我想到第一次还没有进入幻境，先跑来见我。结果你妈妈先有，你现在学者也不可能有嘛。他你觉得是奈米物理学学者呢，教授呢？你看啊，你现在哦，我你现在怎么长得这么帅啊？啊，物理学他一定没有，因为你妈妈有啊，听到的是你啊，所以先你妈妈有。女儿也很好。我女儿她因为是小孩，她是天真的，她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想得出来。但是我妈和我小孩呢，他们就是说，他们一下子的境界很好，但是他们觉得无所谓，他们然后完了之后就放了。他境界很好，他不会珍惜呀、啊。境界很好，不会珍惜，因为珍惜是五官意识的问题。境界是法性的问题。法性如果留给他，让他珍惜，他不知道珍惜呀、啊。有的人不知道珍惜啊，哦，所以要所知量广大，他才是有这个是宝啊，哦，像以前我刚才讲的说，照片留了几万张给我，我不珍惜啊，乱丢啊，抢到的人是谁的啊？因为我所知量有限啊，那照片干嘛、啊？就是哦，我以为是每个人都会啊，想不到只有我会啊，到现在没有人显现，我才发现的，哦，那是宝啊。幸好那个婚生告诉那个彭太太说有一、
我说本尊的照片不会重视，你这些照片留着，有一天他会找照片，你来给他出书，有这一种，你看，那交代彭太太，你看，哦，你看这样，你看这样，他分身心量很广大，分身就光化的了，哦，光化身这样就分身了，哦，啊，你们的分身是你的本体化的，哦，不一样，哦，哦，啊，我的分身能接触你，接触你妈妈，接着。要让你能看到我分身，我常讲一句话，就你自己就会分身。因为光，你光一个光很抽象啊，哎，用我人的样子和你接洽，哦，分身就这样，意思是这样，哦，它是光，哦，比如说我的分身，你看到了吗？我现在的分身戴帽子，怎么样？有。哎，它变雾气了，雾雾的，不清楚了，不清楚啊，哦，变成。没有了，都没有，要有了，透明的，像云那样，云那样有云状，可是一看知道是我，然后很清楚了，像我的真人那样了，哦，啊，像我实体的人一样了，哦。我还不能看到跟您一样真实，有一样了吗？没有还没有稍那种微程好，度。对，好，再一次，像我这样。好一些。可以，可以，不可以是在你决定，可以，他就可以。哦，所以还没有实体，这样就可以是吗？那我的分身叫你李毅，我的声音，你看一样叫你，听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哦，法身就是这样无穷的奥妙。我们探讨道就是探讨法身，因为那是你的生命，那，啊，你肉身是生活，哦，生活归生活，哦，生活是人做得到啦，我要吃饭。我要上，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个是不需要劳驾你自己的法身啊，法身是负责你的整个永恒的生命，他也是照顾你，爱惜你，因为你是你肉身是他的啊，随时处理就有这种现象，啊，你处理你自己处理会处理吗？你说你想刚才那个地方，回到你家门口，有，然后这个要依靠什么？处理要依靠。现落光把你运送过去，我只是没有表达。比如说，你现在要你这个服装要到你家门口这个距离，对不对？哦，这里到加拿大有一段距离呢。哦，如果这样处理出去，好，你这样慢动作，从你回去加拿大，哦，你看路上的那个景观、山水什么都出来了，哦，经过哪里，慢动作都全部出来了。然后衣服还飘起来不是飘起来，然后飞过去都看到景色，看到哪一个城市哦，经过哪里，到回到经你过家多了，伦多，但才不到1分钟，搭飞机要好几个小时哦，瞬间也可以，我就瞬间你在门口了，不要景色，现落光我没有表达出来，要怎么过去？现落光的功能，比如说你现在从这里开始，现落光在你家出现了，门口。先出现在门口，然后你瞬间看到仙鹤光，你就到了。其实仙鹤光把你运送过去了，它把你时空抿平了，哦，瞬间都可以。哦，你站在你家门口看到这里一样，跟刚才三个镜头一样，都可以看到你站在这里。哦，奥妙，这个道的奥妙很微妙啊，会让你震撼，只是你还没有体会到那边。哦，不是在努力学到，努力探讨到一次两次，很快一次把它完成，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啊，道一定可以成，因为意识光，懂不懂？哦，所以你珍惜好，我现在很高兴让你打针胃痛，表示你这么跑来这么多次，哦，然后学到那么有心的。上一次有碰到几个博士，有一个刚领完终身成就奖赶过来啊，当好像通行啊，坐巴士一样坐飞机过来又回去啊。还有一个后遗症，回过来，大飞机来又回过去呀、啊。你看，又马上大飞机回去呀、啊。你看，有这种道心啊。那有的人，道要去家找你啊，说，问你，今麦较无闲，叫我有闲嘞。今麦较无闲，来跟你说，学到你想学到，就接触到本体了。我现在你 pass 给你的话，就很快就有了。所以你要珍惜你现在打针胃痛。一定活生生的生活化。你有何求？现在何求？我帮你，往生的父亲。你那天看到说带笑容嘛？哦，你那天我看你的战意了哦，没有看到，听你过。
你的父亲都笑容了，高兴了嘛？现在来了，出现站在哪里？站在这。站在这里哦。有没有跟真人一样？像我刚才那个实体的我一样，我刚才那个位置戴帽子的时候给你看了，你父亲走到那个位置。这个是照见来的，照见如何照见，也是现落光把它找出来的。这个要靠现落光，不是靠我。找出他在哪个层次、哪个次元，当然不会太远，不会说很高，第四元里、第四次元以上不可能。所以在你面前的，就像你平常看的父亲这样，他叫你名字，就很亲切啊。有没有像我刚才这样人这么清楚？看他握手，他握你这边，确定他的手没错哦，很亲切感哦，有两种现象哦，请退一下，等一下，再一种，他现在你看到他握你的右手嘛哦，握你这边你有感受嘛哦，还有一种，没有看到什么人，没有看到什么你父亲，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哎，你感到有人在握手，握你这边，有啊哈，你握你这边，握你这边，就有人握住你，可是你没有看到人呐、我看到手了。握进你呢，对。没有看到人情形可以握住你，没有看到，谁不知道哦？现在握住握紧紧的，没有看到，无形的握住你，然后现原形就是你父亲。他握住你了，他可以这样哦。有时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看到有人把你叫醒，把你摇两下，没闹钟，你就把你叫醒了。没有看到人，无形的，那你们给醒给什么鬼什么那个不要想，他自然就会出现。无形的可以出现，无形的可以在你面前，他可以现有形。比如说我现在走到你那边，走在你面前，你没有看到，无形。一样摸你这里，有，然后现出我的样子出来了。对，那个无形的，我好像原来就能够感应到。有好比有人，他从这里去感去直觉。这个直觉就直接摸到这一种现象，所以你父亲现在出现了。这样很好，他这样就是你第一次看到他优美古典那个第一次那个是四变。这来的是照见，现了光找出来就是照见，那个意思。好像有的时候是以人的形象出现，有的时候是以能量的形式出现的。再讲一遍。能量就是无形的那种，但是你感觉到有人过来，感觉有人过来。就是，不是，如果有人过来，你直接把他，请他现身，你的法性可以让他现身。比如说我现在就用一个人过去，不一定是谁，你感觉有人过来，要你感觉，然后请现身，谁？是本尊。我是我嘛，就感觉有人，先让你感觉，无中生有，道德经不是讲无生有，无为有的老母亲，有是无生出来的。是这个意思你父亲也可以无生有，生下现在有了就永恒了。经过遇到这个光，所以才能有所以你父亲现在你也不用担忧了很快乐，很高兴还感谢你，感谢人世他飞上天上去了大日投入光中，投入光中什么意思？一个很大日在虚空中横的。很的像窥基的高度，它是直接投上去的，进入法界，后面的法界就是一边的法界的，他们天所谓天果天就在后面。我们刚才看的是人间你看的是人间，范围很广，你只要你的程度掌握到暹罗光，到大日，到最后天光光，全部宇宙都在你，好像在你手掌中。所以那一句话，宇宙在无心，确实存在的，超过人类的想象，确实可以存在，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记住，都不会有副作用，都不会有危险，
道都是完美的、美好的，至真、至善、至美啊。用老子的话这样讲啊，啊，嗯，珍惜你这次来打针会痛啊，嗯，好，请坐，请坐。嗯嗯。多长江，多长江嘴。我不要跟你。坐坐坐坐。我往这长城的，我靠边啊。我后边是坐长城，你没注意到，现在长城出现了。长城在我后面那个墙壁啊，我都靠着啊。你有看到长城吗？有。有看到长城在我后面一条线，让我当椅背的，请举手。你看，你也看到。有。哇，紧张！我长城靠着，让我靠着，也可以伸一个椅子让我坐，但是我还是用人部的啊。好，你今天先讲，我等一下闪躲就坐。好，感恩多少？你在被店面泡台面敬多少个分身的时阵，都要四身分身，多少分身穿西装，搞讲这杯茶，这杯茶上薄上淡的安尼，就做足欢喜的，欢喜啊，欢喜，哦，本体都安尼，足高兴的，足喜悦安尼。有境界就好啦，欢喜欢喜有境界哈。啊，然后佮四身，然后咱是四身一个天女。迄天多少是我十个天女，迄天咱一早个苏圣节天女丰胸细腰，拢啥？丰胸细腰，哦，丰胸细腰，丰胸细腰，哦哦哦，丰胸细腰像马一龙迄种。啊，对我有够好诶，啊，拢带我去佚佗，即阵啊，足感恩天女，只有逐工拢有人咧陪我，啊后天女是穿啥物服装？伊后穿和服的，啊后穿一般的制服，后穿旗袍的，啊后穿套洋装套裙的拢有。哦，过来，啊，大家拢做快乐的，做喜悦。运动啊，拢陪我散步，啊，啊去坐啊去佚佗，啊坐去坐餐厅食牛排。哎呀，做感恩啊，食铁板烧，食火锅拢有。你讲到我也要羡慕死啦！坐我去海边看夕阳，啊，然后佮坐我，要讲因妈咪等大家休息休困，坐去饭店休困啊呢，足感恩呢。哦，他咧讲话像咱人的声音。是，足可以对话，真感恩。不是迄偶像啊！是，迄偶像迄不是天女。是、哦。我跟你讲哦，天女来唔免穿衫。天女无穿衫，我知是，我嘛是偶像，嘛为了无穿衫来。无天女出现哦，天人啊拢，伊是较保守咧讲。是。实相内底天波伊也无咧夹天气温暖，或者以女人的方便而现服装。是，可能。真正出现有天夜，而且环境当场变，比如说你到客厅，它环境突然间变得七宝仙境。而且天夜先出现，天夜先出现，五音之中不能没有鼓啊！先听到鼓声，鼓声，我一听还足震撼。啊，那个咚咚咚，那个不一样。这边天女造出来，然后天女从飘飘这样出现，刚出现你就会哇，王叔叔不要说什么和你对谈啊，感恩。哦，啊，你也是偶像。是，看过来。有一次多少分身带我去华济宫，我唔知影什么所在，啊，尾啊入去足侪，哦，七宝妈，然后车局一大堆，什么都有，你要足欢喜的。你今仔更改算袂歹，对啦。感恩初一个之外，感恩的，然后尾啊分多少分身甲我讲，啊，这间华济宫好哩，专属啊，我全赶紧跪咧甲多少分身。华济宫唔是我属哩，华济宫是。你有化身，你家己就是化界公。是，化身家己变了，有化身就有化界公，就有天界。是，就有化界。是，没有化身就没有化界。是，化你家己的化身，每一样的化身都可以变化无穷。是，因为它后面的资源就是大日。是，它可以变化。化身属于你家己的，也当这化身也当进入天界。化界的天。哇，这就是所谓天界、天堂、天国这个意思，极乐世界，这都属于哇界。是哦，嗯，啊，你单独啊，迄就是你讲，哎，我坐你好，我坐坐，你欢喜是。是，我改叫，我改叫。嗯，我呀，这只是我看到你，嗯，感到常先生。OK，安德，好嘞，本尊大空姐。
感谢法师。蛮贵啊，蛮贵，大家拢爱跪我，奇怪，我无叫人跪诶。本尊，今天很开心。现在我诶人未叫人跪我，我诶人未自大，嗯，哦，我诶人甲大家拢看作我家己亲戚朋友安尼，你一定唔相信。啊，看较有年纪，我当作我诶妈妈，我诶爸爸，迄个态度。啊，你别人安怎看我，就唔知影。哦，啊，就希望你记得我，你会当得到转去。感恩本尊。啊，要相信我有道也是足少啦。啊，你也相信，啊，你就得到啊。感恩本尊。哦，能超越我的凡夫相，你就会显相。是。啊，你显相就是有法身，很在意思啊。感恩本尊知道。无什么什么条件，什么对价等值，迄拢无啦啊。好，感恩本尊。啊，今天很高兴，很开心能够参在。你嘛真努力呢，我看你耳朵那真努力呢。是，我这对我跟本尊。先恭祝一下，在今天很开心能够参与，在中秋节佳节前参与这场本尊开示的精神飨宴，啊，恭祝本尊中秋节快乐。嗯嗯。能够法身圆满。我的心在是希望大家很快，甚至当天就有。是感恩本尊。不要拖拖拉拉，这么拖来拖来，十次、一百次、五好几年，不要当下哦。顶多再下一次就有，是，哦，啊，你较紧简单都要，啊，你我唔再直接跟你讲五官意识跟法性的问题，是，哦，啊，就是拢用着自我意识在底下拖拖拖，啊，有阵啊足清楚，啊，有阵啊无清楚，啊，有阵啊清楚，然后在那里绕啊，拢在那绕歪歪啊，是，哦，啊，你也了时间，我家己也拍摄，因为从北部要来这里，如果是我，我会想到。哦，要起床，要提早起床，又要搭车子，要什么？没有，很开心，是很辛苦呢。哎，来能够面见本尊，很开心。哦，对哦，我是安心啦。是，感恩本尊。啊，当场都有都好，都本来在你心中啊。是，感恩本尊啊！今天是为本体为道来邀请本尊，哦，一见本尊大光体，希望能够得到大光体的提升。哦，你进不提升啊？是，然后。再在意第二点，意识观是我们学道者的梦寐以求的。你这你不是自证其身啊？有。8月12号，本尊有带动如来明妃嘛？都清楚了嘛？有，当下有看到就是有远处有那个裸体的实体法身了。哦，本尊说啊，我都快，我快就把这计划包起来回去，隔天就看到。是巨大的那个实体裸体的法身，无意中都会自然流露。对对，你讲我给你提升，还是自己在提升？了解，好。你自己五官意识如果嘎掉掉，那怎么提升？哦，啊，你就会当看下家己啊，你家己毛拢有啊，啊，就随看随有嘛，对吧？有，看自己都很清楚啊。看到实体裸体的法身，感觉没有生命，这样静静的在那边，没有这生命力的感觉。没有生命力。对对，就是看到一个裸体的法身这样子，实体的法身这样子。哦，还有实体的，对了。对，然后那个看到那个椰子树，啊，就是刚清澈呢，清楚。有清楚，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没有在用，然后就。你实体法身不会用。是，感觉那个裸体的实体法身静静的，没有在动的那个。会讲话吗？不会。哦，没，等下就讲话开始。好。哦，是。你实体法身，你讲完再出现。哦哟。现在在哪里？就在前面，没有。现在的你的服装呢？对，哦，啊，看下你讲的讲，伊会甲你讲，你乃讲我未讲话，你看下你讲未？伊讲对啊，叫我唔是 A 教啊，能讲，伊该讲，你看，伊讲我唔是 A 教，伊家己个会甲我教话咧，按照我自己讲话啊，伊唔是 A 教，伊家己讲伊唔是 A 教啊，对，啊，你蛮有钱，你就咪按唠唠叨叨，哦，会讲啊，第一句听着啊，有，哦，伊佫甲你加一句讲，唔是我无爱讲，是我无爱讲你。感恩本尊，有你讲无？有。哦，以前一去也开始和你讲话啊。好，感恩本尊。有开始讲话，就开始有生命力，有那个动作什么的，一切都来了。好，感恩本尊的提升。他会替你完成不可思议的事。是，感恩本尊，感恩本尊。生命路线啊。对，感恩本尊，谢谢。哦，今日来只学着讲话就好啦，啊。会讲话，感恩本尊。伊有只伊会离开关系吗？啊。好，谢，感恩本尊。你安查查你啦，哦。有，又比较清楚。听清楚。是。你看，伊坐在领导客厅。有。啊，点一支烟起来吃，有无？有。你有食烟无？有。你有食烟？你有食烟无？我没有抽烟。啊，伊点一支烟起来吃，有无？哦，嗯，不安就无生化身啊。
没有抽烟了，本体没有抽过烟了，只有你第一个抽烟了。我跟你讲，这开玩笑的哦，抽烟不好哦，就他就坐在那里，喝一杯茶好了。有，在家里客厅有，他在客厅等你好了。啊，有，他在那边叫你的名字，有，在你家听得到，有，听得到，叫花花。花花哈，你叫就是安嘛哈，所以按会起个，安尼讲话，你也当还没开讲，还没对话，拢会当讲。好，感恩本尊。进一步，好，你要要什么，向他求，好，他都会答应你。是感恩本尊，这是重重点。感恩本尊，哦，你也会讲话，会讲话，伊知影你，你佮无讲伊嘛，知影你爱啥。哦，所以啊，你一切啥物作用，拢伊会伊发挥作用的呢。哦，对对。所以你会当还没讲话，当作朋友，当作啥？哦，伊你伊个你伊个女儿啊。好，好，你是真好诶！伊未抽烟啦，你立马叫伊抽烟，伊未抽烟，而且开玩笑啊。是，刚才我忽然间想到抽烟，哦，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生活化，安怎？感恩本尊，讲话起来当生活化。好，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是。有实体啊嘛？有，有实体啊！你捌摸过伊的手无？有。伊伫遐咧捧杯啊，你只有感觉伊咧捧杯啊。有。定定啊，安有啦，安着实体化。啊，讲话啊，看怎样，看怎样，你当下边。是哦，生活化哦，生活化如果实现你的理想啊，就是实相理想化。是，刚开始实相抽象化，是实相实体化，再来就能生活化，生活化以后就能使理想化。是，理想化引用老子刚才我讲的至真至善至美，完成超出你哦人生净土，完成你的人生很重要的这种生命路线的开始。哦，安利我的世间。有一个法身，你就有意义了啊！哦，感恩本尊。好。来，哎，感恩本尊大光体，哎，我是李清良。哎，蛮贵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好，如祖先，祖先还有九族放个光，可以吗？放光照明。啊，你顶个不是看过个？诶，顶个是挂。我爸爸妈妈跟我挂眼光。不，你先看你家己为重要哈。好，看你家己啊重要，你家己会照你正在讲的实现你的愿望。好，你家己就会当安尼，你家己你先看你家己看有无？嗯。好，有啊。耳朵先耳，自己做自己，不是自私哦，自己最重要。然后的哦，一个得到救助就升天啊。好，感恩不知道。所以你先对家己下手，不要什么九族什么那个是哦，好像比较抽象的啊。是。你要家己看清楚的，你得家己家己负责，你的自己啦哈。感恩本尊，取你的自证其身，你即马较早也无咧讲自证其身啦。是。啊，即马有这个法身，你的法身真正有足大的功能啦哈。对，感恩大光。你即马求啥？求先求法身。好。上次在那个桃园小厂的时候，本尊有带动啊，那个同道有赞誉说有看到他自己的脸贴在他前面，回去没几天就有看到。一样是自己的脸贴在前面，连续看了三天，也不知道 你看到你自己的脸在前面，对，贴在面前这样子看了三天，不知所以然。结果第三天的时候，想看就有，想看就有的时候，心里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如镜在前，自见面相”这样子，如此临近，嘿，不跟讲人如此临近，然后这样就消失了，消失了。嘿，就类似让我知道说，看到自己的脸，这个就是佛经讲的什么意思？这样子。如此明镜，佛经的词句是这样，净土经。如果人能看到自己的脸，像如此明镜，好像照镜子那样，灭掉五万亿劫生死罪，按什么意思？比如讲过去犯的罪，像那无就对了。好，无名啊，现在拢无啊，一形容词了。佛教都喜欢讲那个数量，超天文数字，它是无数量，是，都拢无问题的。自己开始如此为自己看了家己啊，自己出现了，表示自己能进入永恒的啦。好，是出现自己进入永恒的意思，就是法性的意思了。是，法身呐，啊，法身流露出来，心跟法身呐，所以你谈到讲。连续三次都看到你自己，連續三天，你现在再想想看，都想就有，你想想看，那你是看到头部而已吗？对，就是脸，就是贴在。所以现在把它想，你全身穿现在的墨绿色的衣装、裤子都出来了。有，安有个自证其身啊。是，感恩本尊。安有个自证其身、啊。他叫你的名字听得到吗？
有有，我家耳根也顺便给你开了，是耳根叫你的名字、嗯、哦，你自证其身了。好，他对你讲，我与你同在，有哦，有想你锤。好、嗯，还有、哦、就是上个月有一天晚上。就是白天睡太饱，晚上睡不着，就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无意中啦、啊，嘿，看着天花板这样子，无意识状态之下，啊，你叫做自然流露，啊，你如果一天到晚想要我要看我身，我身往里没有，哦，那个有意识之下，因为被意识所干扰的，五官意识所干扰，无意识状态，你说哦，在那里没有，忽然间出现，对不对？你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就是自然流露。是啊，你有黑的黑的稳定了、啊，见天则得天路了、啊。就看到自己在那个一栋大楼里面走来走去，在看外面。所以你现在自证其身管展，从自证其身开始就可以展现一系列的活动、啊。对、哦、比如说你今天出现你家啊、哦，有、哦嗯，忽然间瞬间，嗯，你虚空哎，是不？有，你看你虚空哎，虚空，你给他走路，如走平地。有，你也知多重宇宙、平行宇宙，哦，而且几次元，你唔知啊，好像就在你眼前啊。对，你看，如走平地那样呢。有，你有看到？有，走平地，你这里的感觉是如走平地呢，平行宇宙的这样。对，嗯，在我们眼前所看到好像虚空，说不定它很多重宇宙、哦，但今天一层宇宙，有时候你看不出来、啊，无形啊，有。哦有就在上面嘛。那天也是这样子，就是在那个大楼走来走去，然后。自己就看、啊、看到这样子，在西宫，嘿，那、啊、你在大楼走来走，就是你住的大楼嘛，哈，别的大楼，不是别的大楼，那你知道那个大楼吗？不知道，他就在大楼走来走去，啊，然后我就看到的时候就很高兴，说，哎、欸，这是我的法身，我的法身，我就自己把它带动說，说啊，要看外面的风景啊，就直接到。顶楼上去看就好了啊！法身就马上到在顶楼上面看，就心想到，对对对，那时候就意识想到，意识想到，意识想到，哎，法身有流露下来，有帮你完成。对，你现在想做什么，想到哪里，你自己想，它就有了。对，然后我就想说，大楼跳下去，那个法身跳下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跳下跳看看没有问题。有，就是有自己把它跳下去，跳下去的时候。一开始还有自己的意识在，就是跳下去重力加速度的感觉啊，全部都有。法身在表达什么，你都静观就好。对，不要五官意识下去，五官意识和他想法不一样。想现在你的法身站在虚空呢？有。现在用你的想法，看往哪里去，你自己想。有，他到那个就是那天看的山，那个山头那边上面。大楼那边哦。嘿，大楼、哦。就那个镜头重播哦。嘿。我上去哦。有哦，那你给他法身给他跳下去，他站在空中，嗯，站在半空中，对，他不会掉下去。嘿，法身和人不一样，人会摔死啊，他不会，他不会，哦、对，他就他永远不会死。对，法身的特色的永远不会死，所以维摩诘经在老是重复告诉你当乐法身，是，所以你基本就是法身啊，好、哦，所以可以演很多层次、很多方面的啦、啊可以瞬间在这里，瞬间在那里、哦、看你喜欢什么、嗯、哦，瞬间在哦，在哪里都可以、嗯、啊。好，山上天下水，在水中有，那、啊、水底你看哦，有，我、哦、好像在水底游泳都不要氧气，你会游泳哦？不会游泳，你看在水底下哦，嘿，对，在水底下，稍微浮起，把它上面有一条船很大，有货轮，有看到一条船，有很大，从那水的平面这样望过去。有水活生生的，你就在水里面、海水里面。有法身，那你的感受，你这里有感受。有，记住，那边等于这边，是没有距离限制，是能在虚空，能在水下。嗯，人不可以啊，是人要在水下要氧气啊。对，人到空中超过5000公尺、8000公尺，很少有氧气了啊。是，一化冷了、啊，身体受不了、啊。法身在哪里都不按照这种规定，没有限制。好、哦、你在这种法身无限，是它不受任何限制，是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好、嗯、它没有温度，嗯，好、哦、所以法身自由自在，是你活着就为了这个佛教、活着就叫你这个要有这个法身超脱轮回解脱生死、那个意思，包括生死它都可以超越，不要说海水，不要说虚空，是生死都可以超越，
好，你先相信了、啊，相信韩本尊，你要随时对看。好，在我们100岁的时候，你顺便随着，既然来了，好，都会看到你的法身出现。嗯，那我们在5分钟要断气，这时候你的法身会出现，就这个。嗯，有。啊，断气，现在是你可以，你现在在虚空嘛、哦？你看到你在这里，有这个很重要，对看哦，嗯，很重要哦。有，你看到你坐这里吧，哪个麦克风红色都表达出来，那边看到的哦，那、你这边也可以看过去，有，那、你程度很好啊，韩文真，哦，这样程度很好，这样程度就很对看，就是有一种意义的，已经有意识里有产生出来了，是意识里啊，有法性已经起作用。我们在临终的时候，100岁的时候，我们用100岁代表临终，每个人都会临终，是我们的法身会出现，这个时候。你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剩下5分钟还在呼吸嘛？因为这个呼吸决定你的生命。呼吸走了，我们的阿赖耶识就走了，是人就断气了。3天以后，尸体就发臭了。对，5分钟前你还会呼吸的时候，看到你的法身出现，法身也看到你躺在床上，对看了啊。有啊，断气以后你就变单看，他所有的意识，肉身的所有的意识，透过意识流。回归到法身，你的第二个生命，好，全部你内容一生的生命都在这里，一生的思想内容都在这里，好，瞬间那就投入光中了，有，这生命的意义在这里、比如说你有一天100岁以后好、所以你尽量和他交往，和他交往不会有副作用，感恩本尊，顺着光走一定不会有坏的，是，感恩本尊。还有就是要请本尊帮爸爸今年3月往生了，然后就是没有看到他有圆光，想请本尊帮他圆光。你是说要圆光吗？是，还有跟在世的妈妈安个圆光这样子。妈妈也去世了。妈妈还没，妈妈躺在床上2年多了，就是惯死这样子。现在还在吗？还在。妈妈不必加荧光，妈妈法身先要出来。好，我先把你妈妈请出来。有就在你面前了。有，就是你妈妈。是，她的名字啊，你不要讲名字，她的名字就打在墙壁上。有姓名，雕刻的，墙壁凹下去了。有，是你妈妈的名字。是，哦，先法身出来。好，100岁以后你尽管放心，有法身，她回现在就回归到你妈妈的身上了。谢谢有、他一生没有修道也没有关系，信仰其他宗教也没有关系，是他就是有一定要法身出现，有好生命就绝对永恒。感恩本尊哦，这比较快了，是他回去了。感恩本尊哦，啊你信就好了。所以碰到生病的母亲老了家人，你不要在那哭哭啼啼，不要担心，赶快看他有法身。是感恩本尊最重要哦。好，好感恩本尊。还有你爸爸你爸爸3个月前往生了嘛？3月的时候往生。三月了哈。三月了哈，他半年了哈。半年了。出现了。有。出现就这个嘛。嗯。带笑容吗？有。脸色很好看。有。哦，他的名字也是一样打在墙壁上。有。姓名。有。就是他的姓名嘛。嗯。哦，没错哈、没错。姓名的对，这个啊。对。哦，一样投入光中。好，感恩本尊。哦，没有给你加荧光。你刚才要求要荧光，就出现，有荧光，有荧光了，有荧光哈、好，荧光怎么形成？改天，现在也可以做，但是荧光是这样形成的。好，荧光一定要眩弱光，从、大日这样走下来就可以养荧光、好，荧光是现落光加的，不是我，我没有那种功能、好，感恩本尊，所以我讲加荧光，不是我安荧光。安圆光是现落光，光体他们安的和他的法性相应。感恩本尊。微佛学经有一句话是：通诸法性，是所有的法性往生的什么都可以通，都可以通。是，感恩本尊都可以通诸法性，很多的法性，诸位的法性都可以通诸法性。是，感恩本尊。感本尊、哎、今天很高兴见到本尊，感本尊很感动、感本尊。刚刚那个李博士，本尊带动李博士
你这个瓜拉大瀑布就落在眼前的空间，就整个那个瀑布整个 就在这里，还有那个月球，还有那个我带动到你都有了。对，刚就跟着看，这样就整个都跟着看，都射受掉了，都在现场，就是瀑布整个拉进来，就是都在这里，月球啊，还有那个长城，都在这里，对，还有看到本尊手掌心红色的光，好像不知道是珠还是光，就很红。那还有就是之前在带动那个北极熊，北极有北极熊， 我就感觉到说，哎，怎么会整个空间好像就是跟我的当时的场景是重叠的，就整个好像就整个就是北极熊的那种场地，就整个都是北极熊，还有北极冰天雪地，还有两只大熊啊，什么就是你现在的地方都也没有说完全背舍，可是就是好像就是重叠啊，你就是感觉说你就是在现场，那种北极那边的现场啊，熊也是蛮大只的，都在旁边这样啊，这边都是冰天雪地这样。这最近体会是大部分就是都是落在眼前的空间啊。北极啊，就是那个像刚刚那个瀑布也是一讲就整个在眼前的空间，对，景就整个都拉进来的那种感觉啊。会冷吗？我那个角色还、我再重播一次了哈，什么冰天雪地北极，看到北极冰天雪地，看到冰哦，北极熊在上面，因为北极熊慢慢走，慢慢走，走到你前面了，有，你摸摸看它，你触比较不好，你摸摸看，虚虚的，啊，虚虚的。虚虚的都有看到，就是很蓬毛，毛都很蓬。摸那个肉，抓它的皮，有没有可以咬？还不行。你现在不能讲还不行，我要摸它的皮哦，就这样抓毛皮，好像很回那种感觉，都可以抓得很清楚，实体的。还是这摸不好，那让你打针不会痛？不会。你打针不痛。打针会痛就可以摸的，打针会痛表示实体的了，已经实体的，哦，这样摸就有实体，哦，都很立体。你可以摸到我这个杯，用思想摸到我这个杯子吗？思想，你那要用思想，你的手啊，思想的伸出手来摸这一杯，你的思想可以用思想去摸我这个杯子，不行。不行哦，眼根很好啊，一样一直保留在那里，触没有张开了。耳根呢？没有啊。就眼根比较好。就眼根比较好。好的，北极熊又出现。刚才北极熊底下是海呢，那个是海上结冰呢。有。冰打破里面海水呢。有。你看北极熊要抓鱼，它打破了，用脚自己踢破了。有。你看。有。都。冒充一只鱼上来了，有，但是跳到你面前，你给他摸摸看，触还没有啊？那你不要保持说我触没有，我触没有，不能这样。可能这一趟完以后，你会忽然间我摸得到了啊！感本身不能一直停留在没有没有，一定五官意识有，我触还没有，我眼根很好，我触没有。这个我自我意识这个我触没有，就造成你没有，我触有了，我真的很快就有。我可以游，我就马上游，不然他一分钟前游，一分钟没有，就这样，所以赶快突破，这样进而就可以打针痛了。好，感本尊。就本尊在带动的时候，都是在现场，那场景全现场啊，对，都在这里。现场是照见来的，叫现场照见，直接现落光把你景全部景物再大，它都可以搬过来里面，落在眼前的空间。对，现落光有这种功能。它可以拟平虚空，拟平空间，实相没有空间，很真实啊，很真实，而且活生生的，如果有触那更好，
更多的那种完美的这种体会，就是全部都在现场、啊、看都看看不尽了、啊、看什么都有了、啊、对、哦、还有摸不到了。刚刚本尊也带动说从虚空这样看下来就整个都可以看得到，因为你眼根很好啊，都很清楚、哦、处没有、哦、对、嗯、处没有、哦、北极熊在出现在你面前，嗯，哦，很大只很大只，那、啊、你再摸它、嗯、和它握手，它的熊掌特别，在摸之前不能想说没有没有没有，要有这样啊，试试看啊，你赶快去突破啊，好、哦，跟进一个领域，好、哦，可以好带动，全部很完美啊。好，我是希望大家都有了啊。好，感本真。啊，李云是吧？你李云啊？李云是你哦？你李云啊？是你啊？我那比较散，我再去，去，有啦，你做给我认识，你我未认识啦，哎，去。看看，七七啊！哦，感恩本尊哦，非常三十几年哎，感恩我站立一下，就是说我这个女儿六月哈检查哈有癌症哈啊，有大肠癌啦、哦、啊，但是经过本尊分身放光，本尊的护持，都一切都很顺利，很平安，所以感恩本尊。好啊，你啦，啊，搁你化疗中，搁在啥？六月才发现的，即摆在化疗了，对了。哦、好，非常感恩，一切都很顺利、哦、很平安啦、啊。哦，好，感恩本尊。那再来，我就是要请本尊哦。请坐，请坐的，请坐。请本尊帮我们安莲光，帮女儿为我安个莲光哈、哦。啊，再来就是要请本尊放光，照见我的祖先、父母、亲朋好友。不，你先坐，你先坐，坐咧讲，你跪咧，我做袂自然、哦、啊，嘿。哦，你来，请这个，用了，这样的哈，好啊，再来、就是。你有自证其事无啦？嗯，有了，有看到了。不，有看到啊，有清楚无啦？没有很具体的，有看到，都有看到。都有看电影遐清楚无？嘿，想看电影呢？看电视啊，你有清楚啦哦。嘿嘿。哦，不是像真正人啊，恁就对了。嘿，不是像真正人。电影就会使。有一只讲，哎，迄个就是李云，那你看会出来，安就对。哦。啊，那即阵你看当个，你徛伫恁家门口，安你即卖现。哦。有啊，随时讲随有啊。嘿。有啊，我会记你有啊，吼。哎，感恩。你有这有那三十年呢？哦，三十多年啊！有诶，三十分都有啊！你三十年呢？感恩本尊。伊你爱用思想啊，听无？嗯嗯，我管理性较强。你即马恁家门口有啦吼？有，你家门口很清楚吼。看你要照见啥，看你老爸老母吼。先你要照见的上好的先用出来啦，啊，知道？感恩。因两个照见的这后壁就拢会对啦哈。好好。那针对你妹两个吼。嘿，我北部拢有看。吼，啊，当然会给你安眼光，迄往生一定爱安眼光，开一日用完。不，你袂使靠你左脚，爱靠你。哦，有啊，你有清楚吼？无这爱较实际，我袂草率。哦，这是你相信，这会甲你用啊？无相信人，我用这我加笑的，对。哦，我当然相信啦。您爸爸的姓名啦、啊，两个拢做会拍出来。甚至这个雕刻，瞬间雕刻你父母的名字。有啊，你若爱看，你若爱看，哦，该照出来。啊，眼光出现，好无？哦，以仙乐光伫头前啊，伊直接就甲伊加，有无？嗯，仙乐光有无？甲伊个化身，伊这仙乐光甲你吹出来了，知无？嗯，仙乐光伊就穿越时空，甲伊吹出来，伫啥物次元，伊知影，吹出来，甲恁爸爸妈妈吹出来，个面拢真欢喜。嗯，哦，而且去了仙乐光了，伊自然就照着你化身，伊自然就有眼光，即马后壁拢有眼光啊。哦，有，有注意到无？哦，有啊，哎，恁两个看到这个标准哦，好，感恩。哎，恁看到这个标准，不是我看到，别人看到不对啊，哎，恁两个看到，好，感恩。名也是这都一样哦，哦，所以有眼光啊，你有眼光啊，哦，好，感恩本尊。哦，我啊，即摆先我讲解送去哦，伊先我讲解送去，送去顶管去哦，大致解演讲对无？哦，哎，生命的尊贵啊，啊，比个当作生命的尊贵啊，笑容伊足欢喜的。有眼光的，入去化界就较好，行大吼。哎、哦，来好啦，请坐来，请坐。你即摆看你阿表眼光无？即摆有，哎有啊，你吼、哦，哎、哦、哎，家己讲这个标准，不是我讲、嗯、啊，也不是别人看，你自己能见到为准。嗯、哦，你看为准。嗯、哦，有、嗯。
感谢。啊，你唔免，你唔免烦，想烦恼癌症，发生先学起来袂要紧，癌症会好就会好。像阿嬷嘛是癌症，爱讲好啊。阿嬷好。好，我知。伊嘛是癌症啊，迄日登一摊才来啊。欢喜到，阿嬷你好个在。有。啊，你生命都拄着啊，你真正发生较重要。有，我要赞誉诶，就是生病之后开完刀啊，那其实就这两个月有看到，就是法本尊就是在睡梦中啦，然后看到那个本尊有一个眼睛，然后在那个黑色的眼球里面出现本尊的分身这样子。哦，对，然后有一次是从高空掉下来，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害怕，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想一切就交给本尊跟分身还有法身做主，然后瞬间就突然变得到那个海洋世界里面，然后还有到那个虚空，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子。我讲直接好奇我啊，唔知有个感恩。好啊。所以这肉体就这样哦。你所以你现在开始注意肉体，也要注意法身啊。好。你的法身，你有看到家己啊吗？有啊，有。你有看到家己就好好办啊，反正比你妈妈较清楚哦。有啊，有。哦，我看啊你。能看到自己也是很清楚嘛，哈、哦。对，哦，就可以在前面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在前面。但是嘿嘿，对，瞬间也可以在长白山好了，哦，你站在天池的旁边，有在有一个池，有池子旁边有长白山，有一个天池哦，长白山你远远看长白山、祁连山哦，哎，哦都很多很多山、啊，昆仑山都在那附近哦，对，很多山，很多山脉，中国的山脉哦，从。你站在天池的旁边，你现在的服装有先法身先把它、哦、操作这一些好、哦、肉身有时候无意中反切成好奇也不会定、哦、要靠你的法身、啊、我是不是医生，我没有在给人家医病、啊嗯、我听到的都是啊什么好了什么好了好奇我也替你欢喜好、哦、感恩本尊也自证其身改以后、哦對好哦、感恩本尊所以你看起来演这有点无意中就好奇好、哦、好，谢谢本尊。看一下烟遮烟遮啊！你起码你长白山天池有啊，天池的水你给它摸一下，有没有水的感觉？有水波，懂？水波，你给它洗个脸。哦，有。你干脆跳进天池游泳好了。有，可以。就、嗯、在天池游泳。嗯。哦，天池游泳，然后用飞的上来，回到这里来。有，回来。进入你身体里面。有哈、哦。有。都很清楚哈、哦。嗯。感谢本尊。哦荧光继续保留，好有哈、哦，现在直接再看荧光一次，有哈、哦，有、欸、有就可以。好，谢谢本尊。一天只休息了，一个个回来也好哦。嗯 okay、谢谢本尊。感恩本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有看到天女在跳舞，那时候我还是意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因为是快要睡着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金色化身成天女的样子，然后在我眼前飞，然后在那边跳舞旋转，这是我小时候的经验。然后还有一次我在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认识我嘞，认识了，认识了，认识你啊，认识了，哦、你小时候认识我、啊、对，小时候就认识了，认识了，哦、认识了、哦。那时候刚开始推行漩涡光的时候，我有很我。就是我很清醒的时候看着天花板的灯的时候有看到金色的漩涡光跑出来，然后那时候漩涡光差不多就这个手掌这么大，然后被惊吓到它之后就不见了，之后我就在很少看到有东西真实的在我面前出现，所以我现在只能用意识可以看到自己的分身法身，但是我没有办法像他们大家一样哦，这股五官意识，这股五官是我、哦、现在怎么样？我、哦、不能像这样再比较了。哦，你以自己为原则为单位。哦，你说我被自证其身，我小时候能看到天女，现在已经早就显化了，是因为你到现在看不到，就因为没有重视。哦，刚阿黑也无啥，我嘛是爱上班，我嘛想想迄去，一定是咧学徒，你是。对你妈妈行，哦，你妈妈有伊就行，安尼哦，嗯，好，哦，你小时候看到天女，你其实我在现在重播可以吗？重播不是，现在我给你重播，不是你要重播哦。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自己吗？
现在自己。所以你要恢复重视，嗯，因为你已经有了，有的会消失，哦，有会消失，就是因为没有眼光啊，对吧？哦，消失的无重视，啊，无眼光，有眼光你绝对未消失境界。哦，哦，应该得六相很圆满才能自生眼光，自己会生出眼光。是，啊，我迄阵是因为出国去啊，简单哦，人计划机会较少，我先先给你加眼光，给你稳定，一项一项达达去迄落。哦，啊，你较近无加眼光嘛，你较近嘛无眼光呢。嘿，所以你在境界讲天理就在眼前出现，现在没有效啊。哦，是。所以你如果有兴趣恢复过来啊，因为法身对你很重要。是，我们现在还年轻，不知道法身有什么重要啊。哎，哦，哦，本尊，所以现在你还是看不到自己嘛。哦，可以啦，可以啦，但是不，又来了，我恢复过来，意识又出来了，恢复过来，你思想要什么？我要恢复过来，我要恢复过来。那天理出现，不是，你又看到，你又看到仙女哦。嗯。啊，仙女出现，再出现，就有了吗？金色的出现了，对对啊，出现了啊！你最喜欢，哎，刚才最喜欢紫色是他讲的，嘿，紫色，嗯，有一个穿紫色的天女，有没有？哦，你说小时候看到的景象重播啊，有吗？这样，嗯，啊，现在恢复了吗？有就有，没有就讲没有，没关系。有一点点，一点点哦，我清楚啊，有有有。你心悸还没有恢复过来了，心悸还没有，心悸恢复过来，这个从恢复就可以看到自己了。好，现在可以看到自己吗？有，出现在哪里？家里门口，在右边哦。对，穿现在的服装呢？哎，你他摸你的手，你感觉到吗？感觉不到，反正哦，就出现影像，还不清楚了。哎哎，哦，所以现在你的心境问题还没有恢复过来啊。嗯嗯，哦，是先要有兴趣，你才可以这个游戏。哦，没有兴趣的话，你就法性给你流露很多，你也不在乎啊。哦，哦，好，这个在你目前还不觉得重要，到最后哦，像你妈妈这个年纪，这个时候就很重要的。像你妹妹这个时候，法性就有这样，你妹妹嘛，哈，姐姐，姐姐就很重要了。嗯，好。很重要的法身可以救你外公，哦，嗯，好，谢谢感恩本尊，好，哎哎哎，林公，来，哎，杨玉琴来，感恩本尊，提升照见，多年来一直到现在已经33年。哦，你认识我33年哦。嗯，感恩本尊。现在目前就是随想随有，还有自见其身都有，对看也有。他学习密宗学习30年了，密宗啊，他也是跟着本尊33年，密宗学7年，哦，密宗学7年了，啊，显宗十几年，16年，嗯，现在变成一生大概。50年都是在道中走路。哦，哎，感恩本尊的召见和护持。哦，虽然是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一直都没有退，一直都没有退。哦，嗯，没有断。30多年到现在没有退的都可以说，哎，不是人的啦。感恩本尊，感恩本尊。然后现在就是自见其身，对看。都有，还可以出离，有时候就是实相，有偶尔也是实体化。譬如说，手早上被手切到，看到那实相的刀子，然后肉身就感觉好痛哦。啊，然后那天晚上真的是被刀子去切到了。哦，以前还讲，哎，哦，啊，有时候看的实相，我这样打针的意思嘛，是安尼呢？打针会痛。哦，打针你会痛啊，哎，会痛就很好演了，啊，境界就很好。感恩本尊，然后看到石像的那个，我手去摸，然后就电到了，我差一点坐在床沿。你石像出刀子，你不要随便给人家砍砍看，人家真的砍下去会流血呢，哎哎。感恩本尊，那个是一种体会。打针会痛，会酸会痛，和真的都一样呢，实体化的这样呢，嗯。
渐渐因为时间过了这么长，遇到本尊到现在，然后如今已经进入了暮年垂老之年，所以时间是有限。然后我是希望说能够体会本尊的道，再能够更圆完整。有处理，有，比如你现在想说在虚空就虚空，有、哦、然后给你分解为什么能在虚空，要靠意识流、哦、意识流产生，你想要出现的时候，我是没跟你说的、哦、额头会放光，你现在额头放光有没有？你看到自己的额头放光，哎，瞬间你就看，意识流不是说一条线，好像 流水一样，不是这个意思。额头放光就是意识流的作用，你马上看到你在虚空。有，你要在喜马拉雅山山上，你要在哪一个山？哦，山顶上，哦，圣母峰上，就这个意识流，山洞里面，山洞外面，有，在远的地方，有，哦、人间呐、啊，哦，嗯。这里先放光，你就是你会看到，哎，我意识流出现，就是要处理的意识。本尊哦，你这样你可以看到意识流出现。嗯、你看到图片，你都看过啊，意识流图片。有、哦。回来的时候，它这里有一个透明的、透明的、透明的珠珠，意识流回归了。哦，只是我没跟你讲。好，按、哦啊、你程度够，刀子会割伤，这样就可以讲啊。感恩本尊。意识流，你现在随时可以处理啊、嗯，随时处理就不怕。生死就是解脱生死的啦，嗯，解脱生死了，哦，不受生死局限了。比如说，哎、欸，我在五分钟就要100岁了，哎、欸，意识流自己出现、啊、然后自己就处理第二个生命。它整个意识流已经有意识流了，它全部你的第二个自证机会把你一生的经验知识一切都给修于第二个这个意识来。修到这个分身的意识，叫做宇宙意识，已经要鬼生存在宇宙空间了。那、啊、你现在是人生的空间，不一样、哦、所以你现在可以、嗯，你现在自己说我要处理，回到你家里，你这里马上放光，额头马上放光，感恩本尊。哦，那法性马上起作用，从额头放光出来的，哦，叫意识的处理哦。哦，你在我照片你才看过嘛？感恩本尊。你、哦、呢？哦，有时候就是在迷心，他进来的就在迷心里面。好。看本尊，我就是有时候看本尊的那个相片，一张一张看，比如说看微信净土，活动的啦，就是一张一张看了以后就想进去这样子。有时候请教本尊，像我现在如果随时要去入法界，我也是可以这样进去法界，这个是我分身处理还是意识的处理？哦，你这个我这个照片的意义啊，跟目的就是要你入法界。啊，只是我没有讲啊，很多人看了觉得看多了没什么啊，都不想看了、哦。我自己在自我陶醉两三个小时嘞、欸，一张放在那里，哎、欸，变成我在那里，然后当作散步掉。那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影片一样，一个画面而已。一进去的话，里面内容非常丰富哦。感恩本尊。那动的开始从如来云、如来变化云哦，真正变，哦，很多无穷的变化。进入法界，每一张都是进入法界，无穷的奥妙，啊，没有人去这样体会啊，哦，啊，你知道会进去，它里面很多内容，什么都有，哎、欸，本尊，懂我意思啊、哦？哎、欸，你看着我的照片，就是要让你入法界，到最后我才知道，哎、欸，好的，感恩本尊，感恩本尊，现在想说让刘云公讲一下话，哦，刘云公，好，感恩本尊，一看每次见本尊。我才想到初期刚刚有就是有本尊的消息出现，我接触不久。不，你现在也自证其身没了。现在就是影像式的，还没有。你的灵魂就活跃呢，你的灵魂拢看到我就想要把收趴呢。真正，你的灵魂看到我就想要把收趴呢。感恩本尊。你不是有员工啊？有眼光呢？我偶尔是看不太，不，眼光有啊，你眼光有啊？哦，有了，哦，感恩感恩，因为太太也有看过光啊，我自己看比较模糊。眼光是针对你的法性，是的，不是针对肉身啦、啊，啊，针对法性，感恩。但这法性的色受，但这人有境界，有什么东西也法性，不是人的境界，
人、人不可能有境界，人要哦，刚才一开始就讲意识跟法性，啊，你意识啊、法性啊相通，成为形成意识流的话，哦，它就能产生出离，产生什么？这也是法性的活动。啊，你修得无修得，那个意识跟法性配合合一，哎，修得无修得，那个几乎天人合一啊啦，嗯，哦，啊，啊天人合一进一步，你们才让我们这三位一体合一，嗯，哦。啊，合一了，有玄武光出现，有大日出现，伊个看的角度广度比较宽广啊。嗯嗯嗯、啊，你啊生活化，迄种头你的个人的五官意识的带动，哦哦，所以眼光是有那重要，无唔对。啊，你法性的是需要，啊，法性表达出来，有阵你肉体家己看无啊。比如讲，你看无，我甲你讲，你有眼光，安尼无算，你家己看到。嗯嗯嗯。哦，对，像我翕相出来，我嘛唔知影我有眼光，哎，我哪有这种光？迄阵我也唔捌咧，啊翕足济咧，啊囡仔是咧看奇怪，我后边囡仔人后边那一条光啊，感觉奇怪，我家己都也唔捌咯。伊跩照片先甲我介绍，按照按照一步一步甲我讲个咧，到阵内容拢伫内底咧，我即摆一张一张咧看，我知影，哎呦，我按甲丢掉咧，好可惜个，嗯，几万张啊，我按甲丢掉啦，拢无足细去，无彩，嗯，哎，我囡仔是看过啊，看啊。中年、老年啊，拢看过啊，啊未看到，你看啊，别人佫翕袂到，迄个靠照明镜，佮显露光的。我以前也说看不到，我照得到那个异光。哦，即摆看到这个困难哦，看到你就不，即摆要翕袂到，较困难啦，嗯，较困难。好，因为我迄阵讲一句话啊，啊，佮翕翕，我着去共替，着去去甲翕相的人替。啊，无爱翕啊，无爱翕，我讲一句无爱翕啊，煞拢翕无啦。呵呵呵呵呵。要翕啊，翕有人想去，翕有就爱直直翕有哈。好，本尊我一个。你有眼光啊，你有眼光啊。好，感恩感恩。有眼光，但是你爱家己看，像恁太太看，我看比较模糊啦。不，恁太太看足清楚的，对不？一个。哦，恁太太，你问恁太太，当然是袂使叫别人看，眼光爱家己看，开始。啊，因为你听多就是拢伫个五官意识占七分。啊，境界才三分尔，三十年拢安尼啦。是是是。哦，你看，你看，法性高分啊，五官意识哦，但是法性流露完整，你五官意识就袂要紧啊。好 ，OK。啊，本尊我有一个额外的要求哦。啊？额外的要求。额外要求？是。不啦。我的师姐从小到大都是她陪着我，能不能？给他是眼光是指正的人。哎，化身先起来啊，眼光迄个往生者较适合哦，在世只能盲用眼光哦。好，嗯嗯，好，谢谢。嗯，好，那请啊，四姐化身先给用来好不好？啊，好。四姐化身，您太太有熟悉不？四姐出来啦，哎，我们四姐徛在你边啊，徛在你边啊，有。这个四姐啦，嗯啊对，你有哪有看到呢？有。哎，你讲要求的人看到做调不准，有看到啊？有。哦，俺四姐喊你有没有？嗯，因为他从小因为没有母亲，就是这个四姐比较照顾，对啦，哎，讲你免烦恼，免替伊烦恼，伊个按你讲，你有听到无？好，有进来讲，你免替伊烦恼。好，感恩本尊，个人多谢你看。哈，讲话呢，恁四姐声，恁才有听到无？所以，哎，你有自证其身，我来唔才好表达。你若无自证其身来，我做歹表达咧。嗯，我表达会出来，你收袂到啦，对哦，吼。哦，如果讲好啊，再看有啊，拄着病人，还是要一百岁的人，还是老人，化身成我起来。你肉体总是有时，你个游起来，到一百岁嘛是个破病，对唔？对。啊，这个就是要耳朵，就是要超脱生死啦。这拢唔是理论啊，哦，这不是理论，这拢比较会当实证诶。哦，啊，无像你咧站，你嘛有听到党个咧站，你先萧美惠去吹呀？有。对，你开讲你拢唔知影咧。嗯，有，我有听到他亲自参与。是啊，伊也唔捌咧，阿妈站你三十年，伊唔捌咧阿妈讲电话声，做讲是拢重要个代，你啊有代志甲我讲尔，伊唔捌咧阿妈聊天，党阿妈聊未来足奇怪。有前几天我去到协会，他有参与，啊，我就参与站你平咧讲个啊。哦，你看萧美惠去吹，啊，我足早来甲讲这故事啊。较早诶，陈金忠啊，阮泡茶泡40分咧，泡了4点钟咧。嗯，对哦，阮泡茶啊。感恩本尊。
啊，奇怪，地啉的杯啊，真正退个，啊，地啉的走一堆，啊，我迄阵唔知伊往生啊，拄啊要往生以前啊，有那往要破病以前啊，拢伫病院啦。我到尾才知影，讲哎，阿姨，你有冇泡茶呐？即摆往生啊！当时结果含小妹妹去拖烧香，啊，足侪故事我拢讲我听，啊，伊就听袂落，伊讲听了，伊当作含过咧讲，哎，哦，本尊现在哈，现在感恩本尊，现在换刘文新战役和他今天是来感恩，感恩本尊和战役。哦，恁做囝哩？感恩本尊，感恩本体，然后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我今天简单简单简短赞誉。你莫讲惊人的了人的时间，你这里爱讲啥尽量讲。好。哦，精致哦，不要感恩本尊，精致没有关系。谢谢感恩本尊。因为你讲出来，大家也接受也对啊，哦。首先我先赞誉今天一进来的时候坐下，那现场是比较就是还大家还没有入座的时候，我就先看到我的分身，我的本体法身已经站在本尊现在的座位旁边，然后他就是非常的对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宁静。然后喜悦、哦、你看你的分身在这里，对，已经在站着，站在本尊分本尊目前的位置旁边、啊、你怎么叫他坐呢？我还没来，你怎么叫他坐一下？他很尊敬的站在那边、哦、然后再来我就是看到整个虚空，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是看到满个虚空中全部都是分身，就是不管是穿什么样的衣服的分身，全部整个虚空，然后布满了都是花，鲜花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香气，那个花是会放光的，就是现在现场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是今天一来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要跟本尊赞誉，就是非常感恩，就上次我妈就是本尊就帮我赞誉之后，本尊有亲自就是透过母亲告诉我说，就是我可以用，然后再就是有帮我安圆光。那这个时候，我从这个之后，我就很常看到明点，很亮的明点，随时随地我都可以看到很亮的明点。然后就是漩涡光，就是七彩漩涡光出来。那这时候，我的身体会很强烈的灵动，就是。在那个之后非常明显，不管是我上班做任何事，洗澡，就是那个灵动的力量是非常的大。再来就是我会在漩涡光里面，就在那之后就会看到我的本体法身在那边，然后它后面会有一个圆光，然后圆光中间是红点，那这个本体这个。法身会跟我牵手，可以摸得到他，可以摸得到，他有时候摸得到，他会跟我对话，就像他会跟我讲话、哦、我觉得是一个智慧的语言会直接流露给我。然后第三点这个最后等一下可以请本尊再调整我是否就是因为我难得有机会都是靠我母亲，感其实很谢谢我妈妈，然后看我没有什么需要调整。那第三点就是因为我先生他，这位是我先生张聪德。哦哦哦，你先生啊？对。哦，你感恩本尊。你先生一表人才的哈、啊。谢谢。你境界可以应用的很广啊，你没有应用的好可惜啊。感恩本尊，因为这么变我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今天也是来这边是受光，然后感觉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跟我太太这边在一起学习这样子的。没关系。那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是蛮怕耽误大家时间。那我先生，我帮他占据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接触时间不长，那他前阵子有跟我占据，就是他有一次在刚入睡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左手边嘛，就是我的位置。他说没看到我，但是看到一个很亮很亮的白色光体。那我问他说是什么样的光体，他说就很亮，闭着眼睛都还很亮。就这样子，那最后就是我会感恩本尊，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恩本尊，还有我的本体法身，让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这样。那我最后是很希望，就是我可以脱离轮回，那得永生。你这种境界哦，不要讲轮回啊，你都已经足够有余了，你没有发挥的，
我好像十几年没看过你了。对，因为没有一直没有机会。十几年有。感恩本尊、欸。我十几年没看过他。以前本尊都叫我刘小妹，我现在变老了。哦，这样。对，感恩本尊。哦，十几年了，有。我很希望就是，还是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不。哦，没有，这种境界我听起来也是稀有啊。你现在境界只是没有给你超远，超远下去不得了啊。嗯。我还不太会用，但是我就是生活里面的智慧已经让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帮助我很大，不管是工作遇到不愉快，他就是会跟我讲，我就跟仇人变成好朋友，类似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像你这种程度，我可以随时变五个七个你自己的化身。有感恩本尊，有，现在有。嗯，碰到经过恐怖的地方，你都一起来做伴了，他自己去壮胆了，有变五个七个，你都可以看到十个。有，你现在的你，你看在旁边陪伴着你啊，多元性的分身都可以了。他这种程度，他程度非常好啊。啊，只是他刚才我听就知道，觉得他不知道怎么用，很可惜啊。不知道，感恩本尊。哦，对，这种已经早就超脱轮回，你后边那句讲要超脱轮回，本来就超脱轮回啊，哦。这种境界已经可以那个了，多元性的分化了，嗯，布满虚空啊，嗯，一千个你啊，一千个啊，你讲一千个，有在虚空，有感恩本尊，因为你看到我分身能很多个，你就能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衣服，不同然后分散整个山头，世界整个山头，有世界，包括美国那里世界各国的山头，什么山都你这里一目了然。全部都可以在你的这里掌握住，有感恩本尊，而且全部都可以看过来你这边，哦，这种境界很高，哦、对，看啊，高都无好，高你也无咧用啊，对，不会用，对，哈、哦，哎、哦，那很殊胜呢、哦啊，就是以前也是跟真的妈妈学密宗，但是一接触的时候，就有曾经在高中的时候，高二的时候就五岁的时候，我就看到，慢点，我把你的分身先收回到你身体里面，哦，分身，你也分身，哦，回来了，哦。你可以变你的先生五个，你看有活生生的张聪德哦，对，以他原点去变各种样子都很帅，有没有？有，感恩本尊，五个十个都可以，感恩本尊，哇，这个应用很广啊，可惜，哎呦，不菜，五个不菜，眼光有了，你眼光有了，不会消失，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可惜哎，我知影十几年前更改的足好，十几年前的时候。境界体会都是本尊事啊，然后要结婚的时候，他说喜饼要来请本尊，吃喜饼。我说本尊，我们也不知道要怎样来联络啊，而且这个是食品的东西有期限。我说你就在光堂那边就进本尊好了，然后他就把喜饼进在那边，不然他一直想说要来送本尊吃喜饼。急死了，喜饼呢、啊？喜饼呢？对了、哦，当时要结婚的时候，喜饼他说要送给本尊了。哦，然后我说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联络到本尊。为了心得啊，我的心得啊，感恩本尊、然后我就这样。我一直跟你讲，他境界非常好啊，所以你不必他什么超脱轮回，就人家有轮回呢，蛮恐怖的。当然，自证其实人不可能轮回了。他上回就说赞誉说全身分尸后，你看都跟我一起啊，好朋友啊。是啊，你把我全身分尸叫你平易近人，对吧？就这样平易近人了、啊。你刚才最后一句说不要超脱轮回，你早就可以超脱轮。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哦，超越你可以超越很广了啊。感恩本尊，只是不知道怎么用。哦，这个真的境界很好带动的啊。好，感恩本尊的提升，感恩本尊对你来讲是小 case 啊。感恩本尊的提升，小 case 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哦，雷先生，像雷先生他的家人啊，你看往生的时候，分身去牵他的手往生。感恩本尊。凡是任何人的，我们会员，你只要往生的时候，我的分身一定会出现，你放心。如果没有境界，我分身会牵你的手。阿嬷，我讲我分身，阿嬷那阵癌症打给我说。我可以安心嘛，你也好了。感恩本尊，你啊，万一一百岁时哦，我拜托分身给你抱起啊，别讲牵手啊，抱得上去。大家都可以的，感恩本尊。你家人能牵手，你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嘛，哈、哦。
是当时我看到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你是你看到你？是我看到。哦，那牵着手的，所以你们往生的时候，我的分身一直在你旁边。哦，嗯，感恩本尊。那如果没有境界，他会牵你的手；有境界，他会你自己自证其身。嗯，感恩本尊。那这个印象。对。啊，那个查甫，那个足巧，那个。对。八大行星那。对。我觉得八大行星嘞，对，欸，他口才很好嘞，欸，他很聪明嘞。嗯，谢谢谢谢，感恩本尊。比马一龙聪明100倍，我讲。嗯，啊，没有。是你呀，你我看影片是你呀，讲八大行星啊，你口才很好嘞。哇，感恩本尊，真的这么小小年纪能这样，我如果年轻像你这样，我现在可能成为。感恩本尊，感恩本尊。那我今天要跟本尊赞誉，就是我经常会看到七珠在我眼前。看到什么？七珠。珠珠啊。蜘蛛，对，然后在我眼前这样子绕。欸欸，现在胡谢谢你现在周边像我这样七颗珠。哦，谢谢。感恩本尊，谢谢。你第一个。有。你有七颗珠，有。颜色都亮丽、透明、结实。有。要你亲眼看到。有七颗珠里面都有你现在的胡，你有你现在的影子，有你现在的人，你看有七颗珠，第一个呢就看到你七颗珠浮起来啊，你看，现在你今天起你可以随时看到七颗珠啊。好，哦，谢谢感恩本尊，谢谢。消失了，嗯 ，OK。好，谢谢。那我接下来要赞誉就是我最近呢有看到革新版天珠里面。有带动那个额头放光，然后我家人呢有帮我带动一下，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有额头放光，还有请得动天冠光，还有看到我自己有大日。那最近都在讲天人合一，我想要请本尊印证我是不是有天人合一，有的话请本尊帮我提升至三位一体，谢谢。最后几句再讲一遍好不好？就是我觉得怎么天人合一怎么样？就是请本尊印证我是不是有天人合一，有的话请提升我是三位一体。你想什么有什么想看什么什么就已经进入天人合一了。哦，进一步你要进入和暹罗光和三位一体，他们法性意识流已经有了，有额头放光。就是有意识里活动的，好，额头一旦发现额头放光，它就马上可以处理到哪一个山，你讲的八大行星哦，都可以上去。你会先看到自己额头放光，然后就表示你处理了。有额头放光，它才能够再回来你身体。好，哦，看本尊。哦，处理的时候一定要额头放光，先在那里等它回来。好，对吧？哦。所以你去过八大行星，现在什么，像到哪里都可以。对，事实上，宇宙行星那个都是很寂寞无聊啦，非常广大、冷凄凄的都，那个是也是一种境界了哦。我们人间呢，地球上很多没有去过的秘处，哦，还没有开发那种，也是有的很好的地方啊，山区什么的。也是，你也可以往那边去哦。现在你的境界加上七颗珠，随时可以掌握住。哎，感恩本尊，七颗珠出现，你掌握练七颗珠，说第三颗出来，你自己想呢，第几颗出来，看有没有从那边再跑出来。那你怎么变，他就配合你。好，哦，这个法宝非常好，回归本位啊。好，感恩本尊，很好很好。你这讲话，讲话真的不咬螺丝的，他真的很聪明的。得分加，感恩本尊。震撼！我这么小就这么会讲话，我觉得他马一龙一比，真的差100倍。我有在网络道场上赞誉过陆法界，对。哦，对，他赞誉过八大行星，我刚好人家播给我看啊，所以你现在境界很好啊，非常好。而且我不能想说，你天人合一这样也不要讲，不大好意思哦，你是自己会自证自悟。不必问别人别人跟你讲就自己知道什么程度，自己知道啊。好，
天人合一有天人合一的系列，你自己都可以掌握住啊。好，中国哲学的目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先开发出来是庄子，合一体。孔子也讲过一句话：“无道以一贯之。”可能到后来一贯道是这样形成的。无道，我的道，孔子啊，以一贯之，到尾就是要天人合一。到尾孟子也特别什么，到庄子实实在在的发挥出来的。所以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人类的生命很有影响。所以我们把它实践出来。但是不能对你的同学朋友说哦，天人合一的，这样人家会笑啊。好，隐藏内敛哦，尽量隐藏内敛，自证自悟自明哦，道是为自己显化自己，长大就很好哦。好，太聪明了，我看你的这边我都，哎呦，我就一直和马一龙比一比，还是100倍。很好很好啊。我不敢讲你说什么天人合一了，但是你自己知道了啊。好，有一天和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天光光。现在天人合一的人啊，天光好像盖一栋结实啊坚固的建筑物，全部黄金一样树立在天空中。有像皇子这样很雄壮威，世间的教堂没有那么漂亮的。你用思想去给他摸。硬硬的像黄金，矗立在空中。有，然后中央大日。有，大日这样，就真的明亮，那个亮度像太阳一样啊，高度也超过飞机的高度了，都看得清楚，就在眼前了、啊。然后你知道现若光，你看到现若光的时候，你的影像，你现在孩子的影像在大日里面了。有，所以你才有圆光在那里转动，你的圆光现在在转动。有。你只要看到大加圆光也是这个原理，看到大日你的影像在里面，你自己就发现就有圆光了。好，用这样看加圆光是这个意思，要他们三个联合起来，现若光给你找出来，然后加圆光。好，不是我给人家加圆光，你要表达什么时候向人家表达，尽量不要表达我很厉害，我很自大，我很什么，好像自己境界很好，这个是最差的表达。都讲到光啊，懂不懂？好。不要讲到自己，自己好像没有用一样。好。因为无用为大用。好。对啊，懂吗？懂我意思哦。我说你很聪明，以后一定是大大师，我给你。杨本尊，谢谢。到底谁先啊？那么多举手，哪一个先？你卡丘较紧。来来来，你来来。主动。来，你搁较紧，一走出来，你无看到，后壁的哈，是好的战力上。对不起，占用大家一点时间。不要紧，为德将举手，这样很好啊。本尊，我是新竹分会志工李英奇，我等这一刻等很久。志工啊，是啊，是。我最欣赏志工，志工没有。很好。谢谢本尊，我从之前寻寻觅觅，终于找到这里是最好的道。那今天来到这里，这个时间很希望本尊帮我加圆光，还有帮我的父母加圆光。我的父母现在因为我母亲常年都是躺在床上，对，卧病在床。那父亲这阵子是癌症。你知道母亲都躺在床上哦，现在生病就对了哈。对，现在这个很多人都碰到的事哦。这个时候不要为母亲的病伤心，因为人生就像春夏秋冬，就像树叶刚长出来和落叶一样，是自然的定律。释迦牟尼耶稣也会生病啊，不能走路啊。释迦牟尼因为常年打坐，脊椎骨发炎吧，还是要阿难当拐杖扶着走啊。人都会碰到长辈生病，心里都会很难过，难过是正常。这个时候你要注意法身，赶快使母亲有法身。对，是希望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法身以后不要再来当人，人的话从小要经过很多苦难，折磨、挫折，不如意，是。然后如意了就死了。那想知道说，我的父母，我知道他们有一天一定都会。
都会离开。每个人都一样，不是你、啊、对，我知道，他只是想说，我很希望说能够看到他能够到那个法界宫。你是先求法，先希望他有法身。是哦，说啊，主要生病是医生的事，又不是我们哦，法身也是因为透过你这个肉身而才有法身啊。啊，为什么需要法身？因为这个肉身不能久住啊。需要法身才能永恒啊，所以为什么人要随道就要随永恒啊，不然随道干什么？随道和从政和随经济啊，竞选哦，竞选什么市长总统那个不一样，随道是为自己而找永恒之路哦啊，经济哦，政治是公民利益啊，那个做到李登辉你也要死掉啊，做到秦始皇也要死掉啊，问题死掉以后你要去哪里？哦、所以要法身做，基本来说以法身为主、哦、所以你现在有自证其身嘛，所以你有法身的，万一有一天生病了九十多岁了一百岁生病也没关系，你有法身就不用怕，就超脱轮回了、嗯哦、啊，人就因为执着这个肉身，所以一生从早到晚都是忙这个肉身啊，忙到最后也是一场空啊，也是死啊，对啊，这个死执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人生就是免不了这些了，所以你刚才讲到母亲就会有一点伤感哦，这也正常啊，每个人都这样哦。啊，你能看到自己吗？哈，你同时也能看到你母亲已经来到这边了，这个就是你母亲，她的名字我给她打在这里，就这个名字吧。嗯，这就是你妈妈的名字。嗯，哦哦，有法身了，她回去了就有法身了啊。是，那你不用担心、哦啊、生病肉身尽量能好最好是、啊、我父亲现在也是癌症扩散在家里疗养，那 我们也要也是要把他法身请出来是吗？对、yeah, 而且他已经回去先把法身，我现在的这把你法身让你亲眼看到哦、嗯、哦啊，确定还打名字是让你确定是不是这个名字哦、嗯、哦，我可以把你这个人一生这样名字打出来，什么几岁几岁怎样全部播出来，你会叹为观止的，叹为观止。我也碰到一个，刚好碰到一个门没有关来踢馆的，嚯、哦，他在咬槟榔，在那里穿十里八，啊，听不下去，奇怪怎么门没有关啊？刚刚还没有关，结果进来了，哦，幸好那时候没有多人，嚯、哦，他听两句就在那里要发脾气，哦。那个我听不下去，他在喊呢。那个我听不了，他用台湾话说：“那个我听不下去。”好了，你这样知道我的名字的话，还有我的电话，我拜你为师啊！他当场给我呛了。我刚我就对他说：“哎、哦，他没有位置啊，他在旁边，我们也没有说规定要见人啊。”他就我不知道你名字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电话，但是我知道哦，你三十岁的人哦。偷窃去关，去坐牢哦！啊，三十一岁，我这个讲三十一岁的时候在犯什么案的时候，他突然跪下来，哦，对，是的，是的，是的，赶快跑掉了。我碰到一个这样的，哎、欸，他请本尊帮我，甚至可以全部打出来，甚至以后往哪里去，不是我啦，天光光可以给你报出来，你放心好了。是本尊，我可以安圆光吗？哦，你现在有圆光了，是，有了、哦。再跟本尊请教，那个有了嘛？哈，确定有、哦。有。你现在有圆光看到，要你看到为原则，不是我讲有圆光就有圆光、嗯，你要你看到，是你要有圆光。有。什么颜色？黄色。黄色，对，我要 check 一下哦，看啊，按我看的对不对？会流转，它一直这样，它这样这样的转。是金色的，那个算金色。金色。哦，是圆光了、啊、是这圆光让你进入法界，让你从现在起你的境界不会消失，是，而且法身稳定，就这个是吧？谢谢，哦，谢谢，安圆光的这个意思哦。是，感恩本尊，哦、感恩本尊。哦，这样可以，哦，这样可以。因为安圆光刚才那个程序，在按那个小朋友那个程序一样哦，要三个人，三个光来照明，哦，省略下来，我、哦、来，我、哦、来，来，我来。好，这样的 ，OK。感恩本尊，我要请求我的本体法身拢出来给我指导，因为我拢当面甲伊讲话啊。哦，伊还袂讲话对啦。你进有看到法身无？你的法身？有。
进入看到啊。嗯。穿什么衫？啊。哦，你穿着啥哦？嗯。哦，啊，徛伫对。徛伫车。哦，徛伫遐哦。嗯。伊叫你的名，你有听到无？有。哦，啊，伊讲你拢，伊拢袂按你讲话哦。啊，唔，当初啊，迄个小祥，当初啊，伊讲伊，伊也无演到啊。我系主动甲我拍。伊主动安那？甲我教导。对啦，伊该教导对，你即摆看伊吼，免教导啥物啦，你的法性会当吼超越时空，物质拢会当超越吼，所以你较常法性交往，甲尊敬安得啊。韩粉川。好好。甘本尊，那个，哎，我之前有就是给我爸爸按圆光，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你是雷家是吗？哎，对，我姓罗，这是我妈妈雷家嘛？啊，这是我姐姐的先生，姐夫啊，姐夫啊，嘿，姐夫，哦，对，那因为之前有帮我爸爸按圆光，然后我阿公阿妈没有按到圆光，可不可以请本尊帮我阿公阿妈还有祖先按圆光？你阿公阿嬤出现了，有旁边一些人出来了，有的不认识，有的不认识，对，不认识，不认识就是你没有想到的，阿公阿嬤你一定孝顺一下，让他出来了，有，贤和光也出现了，有，贤和光帮你找出来的，刚，你阿公阿嬤有，你的名字，他们两个人的姓名啊，嗯，哦，他们两个姓名啊，就在旁边，有毛笔字。有，两个都毛笔字，有，他们姓名就这样，而且后面一个门一个联呐、啊，哦，没错，祝贺永生，给你写出来了，有，因为永恒的，他们两个永恒啊、哦，然后圆光出现，有，确定看到啊、哦，有看到、哦，然后现肉光把它，带到天上去了，有，投入光中。投入光中，看到你平常加圆光那个天光光、大日、现肉光都在里面了，他就进去里面了，跟着光走了啊。有感恩本尊，跟着光走绝对安全了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这样就达到目的了啊。有名字正常，名字对哦，啊人也对，而且人很愉快，懂不懂？祖先也一起，对，哦，你亲眼看得很清楚啊。对，让你看到为原则啊。感恩本尊、其他的人一样都可以啊，都有圆光的啊。感恩本尊，想要就是跟本尊有个请求，就是本尊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法身很重要，那在这个肉体的人生也很重要，可以请求本尊赐我那个无量宝盒吗？无量法门，无量宝盒啊，无量宝盒，无量宝盒就是那个箱子。哎、欸，对，哦，是。你法身无量宝都在你法身里面，有法身只知道你会用，手数量的信量越广大，哦，它宝自然会出现，哦，如果一个宝盒一个宝箱，像那个照片那个宝箱出现在你面前，一个箱子好像古老那个中世纪那个外国那个皮箱，有，哦，打开都是宝，你看，有，什么宝你练练看，有看到那个红色的那种好像珠子。跟金色的这样子，什么宝都在里面了、其中里面翻开宝，里面有一颗钻石，我们现代人欣赏钻石，你看，祖母粒啊，粒得很漂亮，有，看起来这宝就很漂亮啊，是，好盖起来了，有可以、现在这个宝箱啊，放在你房间里面那个床上，等你回来，谢谢感恩本尊，感恩本尊，你回去会看到它啊，感恩本尊回去看到它。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比如这个宝会有另一种用途，你拿去当铺哦，当没有到他看不到。哦，你回去就会看到这个宝箱。感恩本尊，你一样给他打开，里面有珍珠宝，什么什么宝都是人世间罕有的啦啊。感恩本尊，一颗祖母粒，有一颗宝石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哦，好，谢谢。